大家好哈，今日吼，咱来讲吼一个主题哦，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也是蛮严重啦，伫咱内面嘛算足严重的，就是讲，这个吼，咱吼其实拢知影吼，咱即摆台湾吼是一个诈骗天堂哦，因为这个中华民国伊本身是一个诈骗集团，迄个教内底拢训练吼一批诈骗集团，就是规工伫共骗的，嘿，伊就不是生产啊，规工靠伊支嘴伫共骗的。嘿，啊，拢伫共失局，嘿，即种广义上的诈骗集团，所以吼，咱亚洲的诈骗集团拢伫咱台湾出去搞，啊，拢是啥物人搞？遐外省搞，遐中国搞出去搞，就蒋介石遐子孙啊。民国七十年了以后，即一批人就开始做一寡诈骗，就是伫咧实施台湾关系法了，就是美国开始接管台湾的时阵，因迄批人了以后，拢去变诈骗集团。嘿，我甲你讲举一个案例，所以咱亚洲原则上的诈骗案件拢甲咱台湾人有关系，拢甲这批中华民国人有关系。哦，就是中华民国台湾这批人有关系。啊，主要唔是咱本土的，拢遐外省国。伊吼，拢用咱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名义出去共骗。嘿，你甲看哦，咱最近去抓到一挂诈骗案，抓到拢跌。非洲上面一只拢两百个、三百个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啊看，你不要掠，内面吼拢有摕中华民国籍个啦，差不多拢安尼啦。伊若骗你啊，拢有啥物一挂主谋，我看拢是摕中华民国籍。嘿，所以原则上，咱所有亚洲的诈骗案哦，拢吼甲摕中华民国籍个人有关系。嘿，你吼、哦、包括因中国迄边的所有诈骗，其实。原则上，拢咱即个摕中华民国即个人归家，嘿，归间放工有诶。啊，因即种物件，一个人当教一百个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所以伊只要一个人会晓即个物件，共骗诶，了以后伊过伊就会伫遐变做啥物，伊伫遐复制，所以过拢变做一百倍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这背后吼，拢一定有一个师傅啦。啊，这师傅吼，我讲拢全部伫咱台湾人处理。嘿，拢出去共教，拢出去教讲要怎共骗。嘿，啊，这就是蒋介石的子孙，所以蒋介石的子孙啊，拢是讲啊歹听，男盗女娼，对吧？迄查甫拢去做哦，一挂诈骗犯，哦，啊，无就做一挂诈欺犯，哦，啊，那查某人哦，都去诱拐别人的翁婿，迄叫做男盗女娼啦。这是蒋介石的子孙，所以蒋介石的子孙足歹的。查甫也生迄款型个，查因个查某嘛生迄款型，迄就是当吼因个道德教育有够低，佮有够歹，所以因只甚物款足恶个代志，因拢敢做。我讲即种话，你若伫个业界内底走个时，你甲看你就知影讲，哇，遐中国是足歹进。所以我今日要讲个就是讲，咱台湾特别有个即个诈骗，就是非法吸金啦，就是非法你吸金啦，就是人讲个。你若听我讲金钱游戏啦，哦，啊，一寡要来共骗怪偷手的这个三空鸟的功夫啦，啊，这就一个足简单的物项安尼尔，哦，但是我看咱足侪人拢掉咧内底，哦，对我的了解吼，我伫咧台湾民众内底吼，我差不多九年，啊，我拢咧看，啊，这代志我拢知，但是我拢袂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咱讲人嘛无一定会相信。第二，咱讲，因为咱动着人的财路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动着人的财路啦。第一，咱共讲人未信，因为掉咧内面的人咱未信。嘿啦，伊若讲即摆迄个人伫做的人，伊嘛你甲讲伊嘛毋信。哦，你知影，因为伊本来就执迷不悟啊，执迷不悟，所以伊才掉落。哦，所以你甲讲伊嘛未信。第二，你去动着遐鸟鼠仔头的财路。嘿，啊，伊会甲你相杀。嘿，我甲看一问，这若会去用骗的，原则上拢戆人。我看处理嘛好啦，这人处理嘛好啦。嘿啦，因为他连这个最简单的伎俩他都分不清楚，我证明这人嘛无巧，真正诶。这以后若做咱的同心，我感觉以后卖害着你，绝对早晚害着你诶啦。因为这种人吼、哦，是非不分，搁贪婪。即若一点仔利益甲细咧吼，即个人就拢走。
所以吼、哦，你拢爱检讨你家己啦，你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人讲的这种诶非法吸金案，还是讲一寡金钱游戏内面，这种爱问你家己啊，因为你本来就是迄种人，所以你才会掉。哦，啊，这圣经内底讲，所有人拢罪啦，啊，这无法度，这有的人对这方面的抵抗能力就非常的差。嘿，啊，伊就自然会进入那种吸金案内底，伊就加入去内底。啊，我今日要甲你讲一寡原理，我希望讲有一寡人伊有法度清醒。嘿，啊，我认为嘛，毋是所有人拢清醒。吼、哦，但是我希望讲，你若清醒的人吼、哦，你爱搁较清醒，你爱搁较知伊的手咯。啊，今日特别就要甲你介绍这个非法吸金。但我讲非法吸金，我没有办法完全跟你介绍，因伊的变形足多，它的变形。变相非常的多啦，哦，但是我今日甲你讲几个原则安尼尔，我甲你教歹，我甲你教好，啊，恁两个吼，你爱去比较，你就知影讲这个非法吸金内面吼，伊有一寡原理，嘿，伊的这个原理吼，伫个这个算讲伫个这个伊的手内，你就看啊，这个是有问题，伊讲的这个名是有问题，嘿。啊，我这个册一定写好啊，吼，因为我最近咧卖十二本册，拢针对咱遮台湾人的弱点来写。伊即马伊唔知道，但是伊真正做需要的物啊。我拢总写十二本册，啊，即马拢好啊，但是我即马咧改，吼、哦，我即马咧修正里面的一些东西，吼、哦，啊，十二本拢好啊，吼、哦，我做一下广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今日敢那讲其中一本啊，吼、哦。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本是啥物？经济利益的管理学论文系列二，迄个经济利益，我五月份才写好的。好、哦、的，针对咱遮的问题，财务上的上基本的认识的问题，要甲你讲即搭财务的问题，财务还有什么是经济利益？哦，就是咱的实体经济的部分，甲虚拟经济的部分。哦，我要甲你做介绍啊，但是我主要是甲你讲哦，嘛是实体经济较要紧。哦，啊，即个财务一寡金钱游戏来讲哦，真非常危险。哦，啊，甲你做这方面的介绍。啊，即、这个内面甲你介绍一寡金钱游戏啦，就是讲庞，人讲有名，非常有名，叫做庞氏骗局。啥物叫做庞氏骗局呢？伊就是吼、哦，摕你的本金，啊，付你利息，啊，上啊买了以后，伊会叫你去招人。啊，招了以后，伊看到一个阶段，伊人哦，佫无落增加的时阵哦，这本金，这个投资案没有办法再增加的时候，这个投资案就规个冰起来，人就走。嘿，原则上拢会用叫做老鼠会，人有名叫做尿气会啊，啊，就是非法吸金的。他非法吸金最后的目的要做什么？卷款逃跑。啊，伊要跟啥物？跟现金，你爱记卷现金。非法吸金的目的，伊就是要爱你的现金，叫做非法吸金，安尼尔。嘿，所以你要记吼，所有的投资内底现金为王，你手头有偌济，现金就是你的实力。你要记吼，所有的投资拢讲的，你手头偌济现金啦，迄就是你的实力。嘿，哦，啊，伊主要要爱你的啥？伊就是要爱你的现金。啊，伊会甲一寡吼，垃圾支票跟他巴拉票哩。伊用巴拉票去换你的现金，你听我讲意思无？这就是伊的目的。你若讲巴拉票，你就听有，伊就摕一寡假支票甲你换现金，你知影意思无？迄就是巴拉票。所以你若巴拉票，你若知影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吸金啊！伊就摕一个无价值的物件甲你换你的现金啦。你知影意思无？还是讲一个承诺，还是一个契约，还是啥物种的物件？伊主要就要骗你的手头的现金就对啊。这拢会用讲广义的非法吸金跟庞氏骗局，所以这个庞氏骗局的变形非常的多种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你手头的现金不能凊彩处理，你知道意思不？现金为王就是这样，你手头的现金你不能凊彩付出去，这是一个财务来的最重要原理，你手头上有多少现金，现金为王。真的我不会骗你，如果投过所有投资案了的头家，你就知道现金为王是真的，这一些价格起起伏伏哦，海市蜃楼，他真的未必能够套现，上后尾最后他未必能够实现，但是咱手头的现金就是真诶。啊，
投资不一定呢，人还是失脚失好要让你跳的。啊，你钱一旦付出了以后，这个投资人就出问题了，伊就讲什么种的原因，你的钱就夹在内底啊，你就抽不出来。这种我广义来讲，这叫做庞氏骗局。所以庞氏骗局的这个变形有足侪种的，我嘛无落甲你讲啊足清楚的。但是你要记得哦，你手头的现金唔当凊彩付出，你迄个标的物的名你要看好详细，包括相关的法律一挂，这个伊的这个财务结构一挂原理，你要足清楚的。无你真正这条钱付处理了以后，你真正就无去。包括来讲，咱哦台湾这种整理啊足侪，这拢是哦比较高端的诈骗。比较高端的诈骗，嘿啦，迄个骗内底冇技术的，冇一流的，冇三流的骗案的，哦，啊，这个财务这类似这种财务诈骗来讲，拢算一流二流，另一般人呢比较不容易哈、哦，也比较不容易识破，所以你才去用骗，嘿，哦，啊，这种广义来讲，恁拢哦叫做非法吸金、庞氏骗局，啊，这是国外内底吼拢。讲到是哦，你若伫咧美国掠了真严格，啊，若伫咧看台湾即款的掠到原则上拢规个拢放掉，伊后尾可能就是差无。伊讲你无得举证，还是安怎？伊讲啊，这是恁的私人的交易啊，啊，伊名冇合理啊，但是迄个名是无好的啊，它是一个债务凭证安尼，但是这个债务凭证的是不良的债务凭证啊，但是你的现金都去用提去啊。啊！你伫检察官讲的时候，伊就甲你讲，啊，人名互你啊，对吧？啊，你钱互伊啊，这拢合法的啊。啊，检察官嘛用甲他查到这尔，伊讲伊名互你啊，但是你现金出去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你安怎讲？你要甲讲，这叫做诈欺吗？你要叫做洗钱吗？伊就讲，这你欢喜甘愿的买安尼尔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所以你即摆伫咧台湾，这种代志拢足侪拢过袂行。即摆你若去甲告。诈欺、告吸金，这个未必都能够成立。但是我来讲一件代志，你的现金都是无去啊，你的现金就搁家里内底，你的钱就抽袂出来啊，你就干到要死，你的银行化有，数字拢化有哦。哦，我伫上面有5000万，结果你要甲变现，要甲套做现金，无在条条的，你知影意思无？迄种广义来讲，叫做庞氏骗局。你有五千万，但是你都无在了变现金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这种广义叫做庞氏骗局啊！你都伫网络拍开，我有5000万，但是你都领袂出来啊！你变哪领？你变啊变做现金？所以你要甲告诈欺，要甲告啥物，你都告袂行。伊讲伊名互你啊，伫网络啊，你知影无？数字啊，数字货币啊，即摆就是拢咧无价啊，但是你就是无在了变现金，所以我就甲你讲一个原因：现金为王。你唔通钱凊彩付出去，你若付出去变迄个数字的时阵哦，你吼即马数字要阁变现金，你无再了回来，这就是庞氏骗局的原理啊。即马原理拢安尼尔，足简单的原理就这样，它的变现金会怎样差？等下我来去讲一下，我会甲你教。啊，我册拢写好啊，哦，我就针对这方面甲你教，教讲人要怎甲你骗，要怎甲你溜。啊，我讲哦，咱所有很多的投资案，我甲你讲吼，都是。类庞氏骗局，拢甲庞氏骗局有小可共，所以你投资这名的时候，你要非常的谨慎啦。我甲你讲，你真正对这名有了解，你唔通讲哦，我即摆有一栋大楼几啊亿，但是我问你啊，你买定卖出去呢？你知影无？迄种我讲广义来讲，叫做庞氏骗局。所以你去投资任何商品的时候，你要记这个商品的变现性怎么样？啊，那变现性不好的时候，那种广义用。广义讲，你去用滚的，你用拖去滚掉的。你知道即卖，我讲即卖手路是愈来愈油，好，佮你知道做甲看他拢真个共款。但是你要记，你现金就是讲骗出去啊，你现金就是出去啊。啊，你讲我有几啊亿伫遐拢掉的啊？哦，我有一个工厂伫遐有20亿，但是你即卖手头连10万块你都无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嘿啊，你讲你有20亿伫遐倒位？对吧？啊，你我就变现金嘛，无法度啊。讲到些嘛是现金较好用啦，所以才讲叫做现金为王。你若手头提现金，你要变做啥拢足简单嘞。但是你若变做一个名了以后，你阁变做现金足困难，迄就是变现金。嘿，敢若讲我提100块，我去买一篮金蕉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但是我这一篮金蕉要变做100块，就较困难。所以你要记，咱做生意拢要趁
规拢要赚现金嘛，咱就是摕吼即个变性性足歹的物件去甲人换现金嘛，后尾咱换着拢现金嘛，所以所有人拢爱现金嘛，因为现金的变现性是最好，伊用变做所有做侪物件的，所以吼那较保守的人手头拢定现金。我捌看过有一挂人吼，伊非常的保守，伊一世人所赚的物件，赚的钱拢无投资，全部没有投资，伊。迄、那个甲钱拢变做啥物？变做即个一般的现金存款，也无就甲寄定存。嘿，伊拢甲寄定存。我看有个人定存寄到银行无要寄，寄到邮局无要寄，你知影？寄到讲哇，我这无代阁收你诶，真诶足侪人，我看足侪人足保守诶。伊拢无买，伊拢无说买啥物房地产，啥物拢无，伊都赚着钱就是甲寄起。哦，当然我感觉这种人太保守了。哦，但是。这嘛不一定讲伊安尼唔对啊，嘿啊，伊就讲我著赚着，我著顾安尼就好啊，哎，我甲本金顾起来，哦啊，这种人是非常的保守，但是有这种人，有你凡是边仔足侪边，也是讲咱的老辈足侪人拢安尼，好，伊若过往手头现金拢留几千万的啦，留几啊，留七八百万一堆啦，应该要听过这种，啊，也是讲恁老爸恁老母过往的时候本来就是安尼，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对，伊手头拢定现金。伊只现金好用啊！我现金随时拢变做足一种物项个啊！我若有现金，我若讲我要爱厝，我就有厝啦。哦，啊，我若要有啥物款投，我要爱啥物股票时，我拢去买股票啊。所以现金是最好的那个什么变现性工具啊，就是现金啦。啊，佫一项是叫做黄金，黄金。所以一般足保守的人吼，我甲你讲，伊手头一定有两项物件，第一，吼、哦、就是伊的现金，第二就是黄金，第三就是美金。所以一个足保守的人，我讲因兜一定有这三项，伊手头伫定伫用的现金，第二美金，因为全球性通用美金，第三项就是黄金。嘿，我有的一寡别个人，伊手头就是定这三项。哎、欸，伊主要资产70%-80%的点击上，其实我有看这种人咯，我知影伊就保守的。啊，伊的投资拢买少少一挂股票安尼尔，我看嘛这种人有，啊，伊就是足保守的，他的理财非常的保守。好、哦，伊手头就是点击上，啊，伊就好啊过日子了，啊，这种人嘛无欠钱。哎、欸，啊，他的财务规划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非常安全，其实也非常的好。哦，我爸爸看这种嘛。嘛，其实也非常多，在我们台北非常的多，比咱台北这种人足多的，嘿，尤其拢伫咧老辈，拢超过差不多60岁即样啊，伊就是手头定这啥，伊就定美金、定黄金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定现金，嘿，伊就因兜一定有这三项，而且因兜一定有保险柜，即我一般的了解拢安尼，嘿，你我因我讲的拢对的啦，你若足侪人，你甲看，你甲问讲，你有诶，你就知影伊手头都遮物。伊个保险柜一拍开，一定是这三个，哎、欸，一定有这三项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拢比较理财比较保守的啦，哎、欸，啊，他有危机意识，因为伊嘛知影讲，万一只投资不一定，我即马出去外口投资，可能也一挂意外政治的变动，我都无去。你讲咱台湾迄较早日本时代都要战败的时候，蒋介石过来。40000+，你讲话，遐所有投资拢无效啊！你所有投资拢去蒋介石甲你抢上去啊！迄国民党过来，惊出来甲你抢了了，你讲话拢无去啊！你干那剩啥物有效？哦，你若迄时手头美金，啊，然后黄金，哦，啊，你就渡过这难关啊！嘿，所以你甲看，咱一挂老辈经过日本时代迄个过，因我讲，因迄个手头一定黄金啦，一定有迄个美金啦，啊，一定有这现金啦。嘿，这就是因吼，伫个因个辈吼，捌受过艰苦了以后，知影迄款日子足艰苦，所以因有迄个危机意识，啊，因自然就会吼，甲伊个财产主要财产拢甲变做一种物。嘿，这是真侪非常保守理财的人，哦啊，所以你要记吼，庞氏骗局最后一定要爱你个手头的现金，你要记得这句话，安尼就对啊。你手头的现金啦，这就是庞氏骗局的原理啦。伊就要骗你手头的现金尔，啊！伊要甲一个粪扫甲你换，伊要用一拿的金少甲你换100万，
你知影意思无？一篮的金条甲你换一百万，即种叫做庞氏骗局啊！伊用一个足无价值的物件，啊，伊要换你手头的现金啦。迄种用讲叫做庞氏骗局，也是类庞氏骗局。啊，伊就利用你的贪心，利用这个物件甲咱压过去，啊，你就靠这个数字的波动吸引，你就贪，你就想讲，哦，这个一百万，然后变成两百万，你就贪。啊，你就用你的手头的现金去甲伊换，你的钱拢掉在内底。啊！你来要甲卖钱哦，哎哎，足歹卖出去。这种讲叫做类庞氏骗局。所以我甲你讲吼，庞氏骗局有足侪变形。你讲包括咱台湾的房地产、甲中国的房地产、甲香港的房地产，迄种讲叫做庞氏骗局。你知影意思无？介绍足悬的，你啊现金一旦去甲卖的时阵，你拢掉的。啊！你来要甲卖足歹卖，你知影哦？卖无啥，就你都爱打折，你打个八折、七折才卖出去。这种讲叫做是有庞氏骗局的状况，啊，我们广义讲叫做类庞氏骗局。所以我跟你讲吼，咱规个亚洲拢诈骗案，我袂甲你骗。嘿吼，钱若较侪，拢不大的诈骗，拢不几啊千个诈骗。啊，若钱较少的伊吼，一万、两万、五万、十万伊嘛好，这种讲叫做诈骗。所以咱这亚洲的诈骗是。这个哪是啊？尤其伫个倒位？伫个咱台湾甲中国，啊，这种上届就用遐囝孙仔过放工诶，伊都最讲都叫骗钱就对啊。伊个其因个目的就是为了骗钱，骗钱安尼尔，剩个拢假，骗你个啥物？手头个现金，骗你诶，甲美国人骗美金。伊若讲伫你个手头就骗现金，啊，若甲美国人拢骗美金。你知影意思无？伊就是要安尼尔。你会记即种叫做庞氏骗局。所以你会记诶吼，因中国人，尤其是上届就迄批囝孙啊，我甲你讲，就是真正世界有名诶诈欺犯、诈骗犯。嘿，啊，即个功夫拢伫因遐传出去，啊，搁落去改良，改良到即摆非常诶可怕。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变形哦，变到我甲你讲，我也我但是我若来甲分析，我有办法分析，嘿，因为我对伊个原理非常的清楚的时候，我就知影讲，这里代表你做庞氏骗，因为庞氏骗局有一个重要原理，我就甲你讲过啊，伊要爱你手头的现金，你爱记，伊要爱你手头的现金，啊，伊会设立很多投资案，嘿，或房地产的啦，吼，啊一挂开发案的啦，哦，啊一挂什么比特币啊，什么款币的，虚拟货币啊，虚拟资产啊，哦，一挂遐有诶无？这些东西在变形，这种我讲叫做庞氏骗局，你知道意思吧？所以庞氏骗局的标的物非常的多啦。啊，我无啦，跟你讲，什么叫做庞氏，一定什么叫做庞氏骗局。反正你要记得，你手头现金卖够啊，你记得我讲的话哈，你手头现金唔当凊彩出去啊。哦，啊，你若一旦要出去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条钱你当作无去。哦，你安尼人工才袂艰苦，你要当作这条钱我就是准备要压出去。你若这个心态。哦，你诶以后更加好过，嘿，你著当作这条钱出去，就是肉包子打狗，嘿，你要当一个死蛇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用当作安尼啊，但是我感觉你卖做我讲诶代志嘛，你嘛甲这个钱摕去共帮忙，你有一寡更加艰苦诶，你诶亲情，三千五千一万互伊嘛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无你嘛去帮忙你诶亲情，帮忙你一寡更加亲情，看有诶朋友更加艰苦，你去帮忙伊嘛。你就无一定爱用骗嘛，这嘛是一种报喜啊！你若要报喜，你就对无？看你边个亲戚，啥物人加艰苦，你就一点嘛好意嘛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就干嘛去做这种代志？你嘛唔通用这庞氏骗局来骗。哦，啊，今日甲你介绍，因为我十二本内面，啊，这个庞氏骗局主要甲你写咧多少本呢？写咧管理学论文系列内底，这个经济利益内底，嘿，经济利益内底。来宾就甲你讲，啥物叫做庞氏骗局？伫个上简单诶，即个经济利益诶，即个原理一直甲你教教一寡虚拟诶经济，嘿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内容是安尼啦吼、哦，我稍微介绍即本经济利益啦，即本经济利益内底吼，就开始甲你教，伫个上简单诶家庭诶经济一直甲你教啥物货币才有诶无？市场货币诶原理一直甲你教。金融利益，因为吼，你若要做庞氏骗局，你一定要有现金啊。现金就是什么？市场利益。
哦，市场诶，你都一定要有现金。啊，你若有现金诶时阵，你就去买一寡金融商品，甲一寡债券。啊，即种广义讲叫做金融利益。啊，所以你若去用骗诶原因，拢伫咧金融利益才去用骗，在金融。所以人讲这是一个金钱游戏，没有错。你一旦进来金融，都是金钱游戏。你去买股票嘛是金钱游戏呀。你知影意思无？你去买房地产，那个也是金钱游戏啊！你敢唔知影讲一定会赚？这种广义上叫做金钱游戏，所以这个金融利益就是金钱游戏，所以这内底就不一样诶。因为我就是读这科诶啦，所以我对内面诶名我是足了解。啊，我就知影讲这个吼，伊吼要用啥物名甲你骗？嘿，伊这管理着对，你会记诶，伊就要骗你诶现金着对啊，你手头诶现金啦。嘿啦，你后尾你传你感觉讲，你的手头现金会愈来愈少安尼。我就本来1000万，即马变300，即马剩100，安尼就对啊。你的钱就叫人掉，即种广义上你拢叫做金钱游戏。你的现金会愈来愈少，啊，你的资产会越来越多。你感觉你的资产敢若足济？哦，我即马较早哩1000万，即马变做5000万，但是你记得你敢卖出去？你无在变现金吗？迄种广义上叫做庞氏骗局啊。你看有的公司忽然间一下市，你看你遐资产拢变做啥了？变做人讲变做啊，啊，迄马上叫做庞氏骗局啊，对吧？因为你用你的现，你用你的现金去换迄个变做啊，即种叫做庞氏骗局啊，对不？伊主要拢要爱你啥？你要记，伊要爱你的现金，他就是要你的现金，嘿，伊就要现金，你要记哦，这。所有金融交易最后都是要你的现金，嘿，啊，一寡人个现金浪走呀呢，啊，这种叫做庞氏骗局，嘿，你记庞氏骗局的目的就是要骗你的现金，哦，啊，这写的差不多伫个上后边，这就是金融这个庞氏骗局，或者金融利益的毒品。我吼，等下特别针对这地甲你讲。啊，我先吼讲啥物叫做庞氏骗局，我讲咱台湾人较听有诶，因为即个名稍微较专业啦，吼。啊，我先听，就是讲我讲一寡台湾人听较有诶，啊，我则后尾则讲较专业诶，吼，我由简单诶啊，甲你讲较深诶。啊，我先甲你讲庞氏骗局诶即个原理啦，吼。伊主要诶目的就是，即个庞氏骗局就是非法吸金啦，伊就要爱现金啦，所以叫做非法吸金啦，伊用。违法的手段要甲你骗你手头的现金，所以你要记，你的现金卖顾好，你卖讲凊彩人甲你讲，你就去变做一个名行，啊，你变做一个名行了以后，你感觉就变到现金。敢若讲足简单，你讲一粒苹果，伊都下了好好，啊，你一旦食咧腹肚了以后，我问你，你感觉就甲变做一粒苹果倒来，无在掉，你就变做一部屎尔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所以你要记哦。你会记你一个名甲投资落以后，敢会用阁变现金倒来？你著爱想有，所以你会记吼，庞氏骗局一定是针对你的现金，你手头的现金，安尼尔，伊著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你手头的现金，所以你手头的现金一定爱顾完。你邮局跟银行的存折里面的现金你爱顾完，安尼尔，吼，上简单的管理伫个遮，这种叫做广义的庞氏骗局。庞氏骗局就是要你的现金啦。我今日为啥物甲你讲这呢？因为咱台湾民政委同心哦，未来我看会领到足侪现金的，就是遐赔偿案的钱。但是我看吼，我甲讲一件事，我嘛讲一个足歹听，先讲个头前。咱有一挂人领到这个钱了以后，会比较早搁较少。嘿，伊会比较早无去领到这条钱的时阵哦，搁较少。啥物款原因？因为伊本来散，伊本来拢无钱哩过日子，过来就去用失局去做一挂投资案。啊了以后，因为伊手头现金规个拢甲落落，啊后尾阁去借，后尾规个去互人掉，你知影意思无？结果伊个手头现金拢无个，又骗又安怎，又欠了一屁股债。我甲你讲，一定有这种人，所以吼、哦，他的结局就是比伊较早无这条赔偿案的钱，我讲阁较惨。所以有个人去领了这条赔偿金了以后，会比较早阁较惨。你绝对相信我，绝对有这种人。传人讲的一句话就非常的好了，树多啊必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，就是有这种人。咱内底以后就是有这种人，领到这条赔偿金了以后，后尾
结局比较早你也着搁较惨。伊就是我讲这条钱了以后，哦，伊就讲我大爷啊，哦，我都要来挥泪啊。伊就这条鱼杀呀，就去共投资啦，甲人投资结落啊。啊，结了了以后，你唔知影人家失脚啊，人要爱手头现金啊，结果伊手头的现金搁去共借，人就想讲伊这个好嘢稳诶，我嘛借伊。哦，啊，再做伙落去甲落落，落下底我拢无得变现金。是啊，调下来底，伊讲我有啊，我有钱几啊亿啊，调下啊，啊有啊变现金无啊多，嘿，啊了以后伊就吼，扣啥，扣一寡伊个债主甲伊告，啊甲告落了以后，吼，伊就扣银，伊个财产拢扣银行甲查封，我甲卖掉，啊最后的结局就是欠了一屁股债，所以比以前还要穷，比以前还没有领到赔偿金的时候还要穷。我跟你讲啊，一定有这种啦，你相信我讲的，绝对有这种悲剧。嘿，咱的一挂东西你都看得到，伊就是安尼。嘿，他领到赔偿金以后，最后的结局比他还没有领到之前还要穷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还欠了一屁股债。真的啦，我袂甲你骗啦，所以我今日要教这啦，因为恁这以后拢好野人呢。哦，但是。你会好业一段时间，并不代表你有材料好业甲你买呢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有个人就像我讲，安尼叫滚你啊，拖去滚掉伊啊。啊，人要甲你滚掉，失脚，失脚，你爱记啊，人拢甲你失脚啊，失脚底下甲你浪啊。哦，迄就是拢庞氏骗局，迄里就是非法吸金啦。伊要爱你啥？你爱记啊，你手头现金啦。所以我来讲哦，我就一开始甲你介绍，咱有一挂老辈伊财务非常非常的保守，伊就是拢无投资，伊就是拢手头定金，啥物款原因？其实这种人嘛是讲啊是内行的，你嘛不用讲伊拢唔对，伊就对这诈骗就了解，伊就对这拢完全都不信任，所以伊吼手头就是定啥物，定黄金、定美金、定现金，伊出来拢无投资，冇这种的，系啊。哦，这一开始跟你讲的，啊了以后就是跟你讲庞氏骗局，就是买爱你手头的现金，啊，甚至安怎你知无？伊阁希望你去借钱，哦，啊来投资，安尼阁较好，啊所以你最后会欠了什么一屁股债，你也变债务人，就是你本来现金拢投了以后，你后尾阁去人借钱，你就变做债务人，这就是庞氏骗局的可怕。嘿，啊！伊即马即个手路到底要怎用？第一，伊利用你的啥物？无知，你着对我拄我甲你讲的遮，你都唔知。第一，伊要你的现金，你唔知。嘿，你知影无？但是伊知啊，伊的目的就是我要爱你手头现金嘛。伊就知影讲你吼，即人手头10,000,000现金，安尼你着准备要用失脚。即个人就开始要甲你失脚，你知道？人讲的仙人跳啦，啊，即讲啊，即是钱坑啦。伊就挖一个钱缸准备要你跳啊！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伊就是准备买爱你手头现金，因为伊知影你手头10,000,000。哦，你这阿死啊，好太好了，你们就失脚，哎、欸，要甲你浪伊，你知影哦？叫养套杀，哎、欸，伊就这种人就开始接近你啊！你这是王上啊，偌好啊！那伊就甲你讲，好，甲你感情偌好嘞。嘿、欸，啊，伊甲你一段感情一两个月了以后，大家拢熟啊嘛。哦，啊就甲你讲，哇，啥物偌好啊，咱来投资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你就想讲，啊，咱遮好个马子应该也好啦，好啦，啊，拄啊等你送我手头嘛，现金嘛，哦，啊，你就甲落落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嘿，啊，你就讲浪，这叫做养套，啊，上尾即人就无去啊，叫做杀，嘿，伊只所有人拢骗骗的，即寡人拢骗骗的，了伊就走去，即人就喂无去啊，嘿啊，你就找无人，哦，啊无你就敲电话讲，啊，歹势，我最近都无闲。哎，伊就变作安尼，哎呀，这叫拢叫做养套杀，这种人我连敌人即马即个社会有够多啦。哦，啊，这利用你啥物你无知，你著对这庞氏骗局这名你著无清楚啊，非法吸金这名你著未清楚啊。第二个就是利用你的资讯不对称啊，伊知你拢唔知啊，啊，伊知影啥，伊就知影这是一个骗局，但是你唔知，这叫做不对称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伊就知影啥，你咪要甲你骗啦。你咪要失脚，甲你，我甲你要互你跳啦。啊，所以这种叫做资讯不对称啦，嘿啦，伊主要管理伫个遮啦。
嘿，伊知，但是你唔知，啊，伊知影啥，啊，伊知影我要甲你骗，啊，你唔知影啥，你唔知影伊要甲你骗，啊，人失交税好啊，嘿，咱较早一寡金光党，你知影哦，国民党时代较早，听讲民国五六十年有咧金光党，嘿，讲伊个即个有哦，伊迄有一个啥物足戆个亲戚，啊，手头一寡算讲黄金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你啊伊吼惊咱来甲骗。嘿，咱就用现金，你知影哦？咱用足少的现金甲伊买，吼、哦，也是安怎？啊，过来伊就甲你手头现金骗你，结果伊迄个名号你个阵内面拍几只石头，迄种香港的讲是啥物吼？叫做金光党啦，吼、哦，迄金光党的变形啦，你知意思无？迄个上原始的金光党一直变，变到咱即马讲的即个非法资金啦，即马的手路比较早搁较幼路济咧，他无像较早迄对无？迄手路遐尼啊，遐尼啊粗残。基本拢做诱路的啊，哦，啊，这种广义人讲叫做庞氏骗局，叫非法吸金，伊就是利用你的无知啦，啊，伊知影你唔知影，就是安尼啦，啊，伊知影啥，知影你咪要甲你骗啦，啊，你唔知影啥，啊，你唔知影你就即马叫用失局的猎物啦，啊，你主要啥物款原因，人要甲你骗，人就知影你手头的现金啦，啊，我甲你讲，即马迄一挂诈骗的足厉害，伊连你银行内底你有偌侪钱拢知影呢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即马要调你银行的资料出来嘛，足简单嘞呢。哎、啊，就拢针对一寡遐好嘅人开始失掉，嘿，你知影哦？一寡好嘅人，即马台湾嘅好嘅人，足侪人去互失掉嘅，拢调咧房地产内底，伊会开始招，哇、哦，招讲你某某上，你就有钱啊，无吼，哎、哦欸，你敢若袂歹，最近敢若啥物拢会起，你知影伊就啊，你来做一下投资，你知影哦？啊，所以足侪台湾足侪好嘅人拢调大条，所以你记，好嘅人拢调大条，啊，咱这善良人拢调细条，所以咱台湾规个拢。诈骗案，我跟你讲，林刚哦，崩溃的情况来讲哦，忽然间在一夜之间，这些人会比较早更加少，因为这些人拢少，就是我拄啊讲的安尼，你要相信我讲的，以后一定有人去调的，这种叫做诈骗案。哦，这种国民党的家属要出去放的呢。哦，这批做偌歹，你知影无？台湾拢做一挂诈骗案呐、啊，你即马看会到的房地产有诶无？我讲足侪拢调到这個。啊，这种广义上的庞氏骗局，你我来讲，因为我今日甲你讲，你用包的，林刚有一挂人吼、哦，破产的时阵就比我来讲，比伊较早搁较惨，较早伊无这条钱搁较惨，嘿，迄种用叫做庞氏骗局，这庞氏骗局足可怕的呢，非常的可怕。但是你若一旦掌握到一些原则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掉咧庞氏骗局内底，嘿，你就袂掉咧内底。准讲你调咧内底，你嘛是一部分的资产咧，你可能调30%，啊，剩咧你无要紧，你会讲诶，你本金阁保，哦，安尼你伤害就较少，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着上保，你爱了解伊诶原理、伊诶原则，伊即个背后诶原理，伊要甲骗，哦，啊，一开始你会见啊，你手头诶现金嘛，我甲你讲啊，你手头现金要定啊，嘿，这就是主要伊要爱你诶手头诶现金啦，哦，啊，伊甲你识。甲你画大饼，嘿，甲遐中国人一个比一个搁较好笑，安尼要甲你画大饼，画一个足大个饼伫遐，但是你都食袂着，啊，你个钱都一直落，迄种广义上的庞氏骗局，就是安尼，嘿，就伊就是安尼，所以咱内面足侪东西我看拢调在内底，足侪啦，好、哦，咱我讲咱吼内面吼，咱受过分的东西差不多10,000，我看。捌去有庞氏骗局骗过超1,000个，超10%，啊总金额应该超过1亿，1亿以上。嘿，据我了解，即咱遮吼台湾民众内底遐一挂非法，当然我讲，这毋是咱做，这是因私底下家己去做的。你知影讲伊？我管你讲，这是私底下因吼家己迄批人招招家己去做的。啊，我们是咱无鼓励这种东西，我们是官方都不鼓励这种东西。那是因个人的行为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林刚有一挂东西吼，伊领到这条赔偿金会比较早搁较少，就是我今日讲的这个物件，啊，我拜的话拢讲在头前，我绝对袂放马后炮，讲哦，我到时讲我偌老，我袂，我今麦就跟你讲啊，因为我无希望看到悲剧，就是讲你的钱拢出去啊，你就破产啊，啊，你要叫人跟你帮忙啊，啊，你若要帮忙，就带我今麦跟你，我讲，因为我今麦就是在跟你帮忙。互你了解即个原理的时，你就袂用骗。我即马就是甲你帮忙啦。你莫看这一本册内底，
这本册会救到足侪人的机会，上无你的机会保留落来，会乎你后一代。但是你后一代，就爱看你家己的教育，看你一个家庭教育要怎去甲教这些物件。这些物件，咱的阿爸阿母拢足善良，拢无敢教这，教变哪敢骗，人变哪敢骗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因为咱阿爸阿母都叫用骗你啊，你知影规个叫怎解叫因骗你啊？伊哪有可能会甲你教这個？但是你就爱从我这种的，因为我这种人足歹骗的。因为人家你给他骗的时候，我感觉怪怪。虽然讲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但是我心内迄个心就跟我讲怪怪，就是怪，一个字就是怪。啊，我心内感觉怪怪，就感觉良心开始不安的时候，我就知影，干的这内底一定有啥物，一定有啥物强的，我唔知影。我就会自然吼，我就自然去找，我就去觉醒，看讲这到底是怎么到底怎么一回事。你讲庞氏骗局，这个名嘛无人甲我教，我嘛是伫个社会内底看，看足侪人掉喺内底了以后，我才觉悟讲，啊，安尼我有必要甲恁讲这个名。啊，我拢先讲喺头前，我绝对不放马后炮。啊，你讲到是会用救偌济人，我就救偌济吧。啊，若听无到这个福音的人，迄嘛无法度啊，迄就伊的运就是今日伫个这尔。哦，啊，你若有在要帮忙，你就帮忙掉喺内底人。哦，就是庞氏骗局，哦，啊，伊用的手段是啥？第一吼，伊利用你的无知，甲资讯不对称，就是伊知你唔知，啊你唔知，很一句话你就是唔知啦，你就是无知啦，所以你才去用骗，人你该说教的时候你就唔知啊，你用怪嘛。啊，伊手段用的啥？煽动，煽动啦，煽动你的啥物？煽动哪一部分？你的贪婪。啊，佮利用你的信任，嘿，伊主要要煽动你的贪，你的贪心。所以你既然来贪的人，我甲你讲哦，你非常容易进入庞氏骗局内底，甲你煽的，哇，你讲赚偌济钱，赚一千倍啦，哇，你若贪起来了以后，哇，你就入去啊，嘿，人常人讲一句话吼，鸟为食亡，哦，人为财死，就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啊，这就是人类的本性。人类的本性是什么？贪婪。这当然关系，因为我也是贪婪的，但是我知道贪婪很危险，所以我的原则哦，我的真理就是贪婪哦，就是危险。所以我咧在贪的时阵我拢甲家己讲，危险就伫个边啊。嘿，我的自然反应就是讲危险。嘿，所以我的贪婪一定等于危险。我咧在贪的时阵，然后我把你陷入危险当中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所以我哈都会，我来去贪的时候，我就警告自己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我在贪心的时候，就觉得非常危险。嘿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危险来了，啊，我自己要警惕。我做决策的时候很小心。嘿，所以我一旦啊开始贪的时阵，我买贪啦，我各位赶快弄七情六欲拢有啦。但是我的七情六欲内面一定有另外一个甲我限掉，迄伊知影叫啥？迄叫做真理甲你限掉。你著爱知影讲这是危险的代志，你要用真理去束缚家己，你吼才袂去做过线的代志。你要贪袂使，你嘛要防范呢。讲老实，咱出来拢爱冒一点危险。那你做任何代志，绝对冒一点加加减减危险代志。你吼这个风险是爱你家己有，你有在条了解甲控制范围之内。甲你讲，咱吼即摆不得已，咱就爱出去。出门嘛风险呢，你出门去买一物嘛风险，你万一叫车 A 着咧，对吧？啊是讲叫一个名去骑着啊，是啥？迄拢是风险嘛。所以咱出门在外一定会冒风险的，所以难难免免的，迄咱无法度。你著知影讲，咱出门一定会冒风险的时，咱若贪的时阵，咱若想要赚一点仔钱，啥物，敢拢无风险，你拢爱注意。所以我若要赚钱的时，我著知影讲啊，这是啥？这就是风险。我爱控制我的风险。哦，我爱控制我的贪婪。我就贪婪的时候，我甲伊讲啊，这个一定随着一些危险，所以我都爱注意讲我贪婪跟危险之间，我都爱两个去衡量。哦，那我希望我的贪婪最大，我的风险最小。你知影意思无？你知影意思无？我希望讲我贪到的上济。但是我的风险阁上低，我来讲，这是买技术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读财经？你知影意思无？这就是要教你什么？要教你获利最大，风险最小。
你伫做即个工课嘛，啊无你读财经要读啥？就是读啥物？读贪婪甲风险啦，贪啦，甲伊边啊伴随的风险。诶、欸，我嘛是真贪的人，我毋是毋贪呢，我嘛是贪的，甲在座各位人拢共。但是我用的方法是风险足低，互你看无啥会出来有啥物风险。你莫看讲我是我无贪，我嘛是真贪心的人。我甲各位共款，只是我知影吼，我伫贪的时阵，我的风险真高。啊，我要怎降低那个风险？第一个，我要降低风险的频率；第二，我要降低风险的程度。你知道意思不？把风险缩到最小，把那个获利拉到最大，这就是我在做的工作。啊，无财经破书读过，财经破书你读这个啦，读要那获利最大，风险最小。你知道意思不？这叫做财经博士啦。你若这读无等于无读，啊，这拢内底拢手落方法，要怎来做这个工作？哦，啊，你若像我来讲，我即摆拢避免所有风险。我就好啊，读册好啊，来做健康，这嘛是一种投资啊。你知道我今麦做的行为是啥？你知道无？风险很低，获利我跟你讲几万倍的东西，你知道意思无？迄叫做价值，你知道意思无？所以我今麦嘛，你讲的是诶，我嘛你贪婪，我嘛你风险呢。你莫看我今日跟你讲的只，我嘛讲的是我嘛你投资呢。但是我这种的投资案哦，风险很低。然后那个获利都是几万倍以上，几十万倍哦！这我以后我唔知啊，但是我知道我这以后甲投了了，我以后能赚足多。你知影意思无？我嘛是一个足够投资的人咧，但是我投资的方法都跟你们不一样。哎，我要找那个风险最小、那个获利最大的，啊，看有没有无风险套利最好。啊，我今嘛就伫做无风险套利。你莫看讲我这个工作敢那足戆啊，拢无趁钱。其实我唔是要趁钱，我是要趁这个长远的人你讲的啥物利益？那很非常多种的利益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为着咱子孙的利益，这拢是一种利益啦。你知影意思无？所以利益无一定是钱啊，利益是一寡无形的价值，这嘛是一种利益啊。我即摆咧争取的名是无形的利益呢，无形的利益呢，唔是讲趁钱安尼尔呢。这种利益算啥？而且我都看过啊，这嘛无啥嘛，我边啊好个人足多啊，啊这毕竟无啥物好稀罕嘞。我即摆看的是一寡咱无形的利益，我咧争取这个名，无形的利益几万倍、几十万倍的名。啊，干呐，我不止我这代用会着，搁用着咱后代几啊代子孙拢用会着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无形的利益啦。我嘛咧投资呢，你莫讲我无咧投资，我咧投资。我咧写这个名，都是你投资。这个名行哦，迄无形中甲咱这代人诶，所有思想，包括咱后一代的思想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今日你甲想一个问题，今日我用甲你教这個，我人工敢袂教教你是一个这個？我嘛同款来甲伊教，安尼伊就袂变一个戆人，叫遐怎个叫遐垃圾囝出来骗？伊无在了骗我，伊就无在了骗你物件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！人讲一句话最好个啊，爸若恐囝就戆啊！我看你这种戆型，你就会向骗啊！我看你囝孙哪里同款，嘛迄种戆型。啊！你就爱一个袂用骗的，像我这就无在向骗的。啊！我总会教我囝孙啊，我一定教讲伊爱变巧啊，唔通爱向安尼头去规个拢扔掉伊啊！我的阿爸、我的阿公无在了甲我教这呢，我的阿爸甲阿公讲啊就是戆人。伊无在甲我教这個，但是我都有在教我的后代。伊的机会各方面都会保掉，上无伊会吃银保泰，伊袂向骗，伊用安稳的做啦。上无伊会得到这個，得到啥？得到平安。伊无一定讲会大富大贵，也是讲有啥物出彩无？上无伊平安，你知影无？这嘛是一种利益啊！平安也是一种利益，平稳嘛是一种利益呢。你来讲，你这代足好个，甲你后一代各同款好个，啊，你个子孙也袂歹啊，啊，这就是平安啊，平稳有啥物无好个？哦，你知意思无？这嘛是一种利益啊。所以咱你看到拢一寡争取一寡无形的利益，即卖一定是讲钱个啦。但是我今日讲钱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若伫个即搭所在去用骗，我甲你讲，你嘛遐无形的名，你嘛无条争取啦。你吼、哦，伫个即搭庞氏骗，你即上简单的骗局，你都爱看有。最简单的骗局，这个东西讲话是下三滥的手法，
下三滥啊！你记得一句话，伊要骗你手头现金俩，你若手头现金都卖出去，伊安怎甲伊骗拢无得了骗？伊要讲啥拢无效，你啥物拢歪买嘛？你知影意思无？所以伊安怎讲敢有效？无啊！所以你若要杜，你若要杜绝庞氏骗局，我甲你讲一句话，你手头拢定现金、定黄金、定定美金、定这三样就好啊。啊无你用去买一寡钻石啊，是名画，一寡名画买，你万一买着假，你着手头定黄金啦、定美金、定现金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嘛有够啊啦。哦，你若讲我都拢无爱，我都要撇免所有风险，我都定这三样啊。你都学咱做保守的一寡时段，人因安尼做一世人拢无代志，因一世人敢有讲啥物灾难来嘛？无啊，即种人的财务就非常的贫困。哎、欸，伊所谓财产就是我拄仔讲的迄三项，黄金、美金甲现金，哎、欸，即就伊的财产安尼尔。啊，他无风无浪，哎、欸，伊就是做贫困的安尼。啊，这个也是一种理财方法。哎、欸，伊就讲我都拢未晓啊。啊，我都手头定这三行就好啊。嘿啊，啊，伊要买啥物投资，伊拢无爱啊。啊，我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拢用这三行来做解决啦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财务嘛足平稳的，有这种人有，哦，你莫用安尼就好啊。安尼你庞氏骗局嘛，甲你无关系。今天我袂甲你骗，就我拄仔讲的，你手头定现金啦，哦，这庞氏骗局就拢甲你无关系啊。你啥物投资，你拢无爱啦。啊！人你甲你煽动你的什么贪，你的贪心的时阵，你嘛拢无爱。你知影贪心一来的时阵，你就是危险。哦，我买投资，哎、欸，有个人就是安，伊的贪心一来，伊就无爱。哎、欸，因为伊较早捌食过惊，啊，伊已经知影疼。伊若伫贪心的时阵，伊就知影讲他就危险。安尼我无爱。嘿、欸，即使这样也可以。哦，这个庞氏骗局就拢甲你无关系。哦，啊，我即摆。上惊是啥？你规个拢贪，你规个贪心，你家己无够现金，搁个倒雷了以外，搁去人借钱，嘿，啊，你会死个足，你会死个足惨。嘿，啊，我今日要讲个就是讲，你若是这种个人，你家己爱改，嘿，因为你早晚会倒走，你早晚会走路，啊，你会比较早搁较惨。嘿，所以今日个为什么甲你教庞氏骗局？因为我要避免咱一寡。我从我捌的朋友发生一挂悲剧，哦，啊，我嘛唔知虾米人会发生，啊，我嘛唔知虾米人因为听到这话去闪过，啊，嘛送你好运，嘿，啊，你就爱知影这个物项，哦，啊，所以一开始我一定甲你讲啊，哦，你若要避免这个庞氏骗局甲非法吸金，你就一项话手头定现金，啊，所有的投资你拢买投资，哦，这样可以，哦，啊，你就避免了庞氏骗局。啊，是类庞氏骗局，啊，我伫个册上面都有介绍这些东西。你要记得，只要卡到投资，拢甲庞氏骗局有关的，多多少少，那就是风险。哎、欸，迄就是风险。啊，你若你投资，你加加减减一定会冒着风险的啦。哦，无会讲拢无风险的啦。哦，一定风险。咱刚出门出去买一下物件，都风险嘛。啊，讲买啥物物件无风险。嘿吼，有个人你知吼，偌衰潲，伊家伫咧厝困，结果迄飞轮机讲伫因兜甲弄落，你想啊，迄人就死，这嘛是风险嘛，你嘛唔知有这种物项啊。有个人进前迄有哦，伫咧掏一只阿帕奇直升机连落来时阵，对不？敢那有人受伤啊，对不？伊嘛唔知啊，伊唔知个飞轮机的迄一只直升机的天顶连落来，那会知有这种物项？这嘛是风险嘛，这种想未到的啊。你连伫咧厝困都有风险嘞，我来讲唔是无。对吧？你搞想一下，我都伫咧厝活动都风险，咱都有当时啊伫咧厝的时候，咱都无，咱都一寡拢无小心，咱咪受伤呢。所以咱老人类有活动就有风险，啊，这个一样，你有投资也一定会有风险，啊，这种叫做庞氏骗局，哦，啊，庞氏骗局你也记，就是买你手头现金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哦，这大所有的投资案哦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诈骗。都有一些庞氏骗局的阴影在里面，只是它严不严重，能不能控制，你知不知道而已啊。所以没有那个投资没有风险，没有那个无风险的投资没有了，一定有风险，只是那个风险可能很小，哦，小到微不足道，但是它有没有风险？有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没有风险。你讲包括定现金，敢无真正拢无风险？哎，歹势，
提现金嘛是有风险。第一，你银行的账户去有遐、遐、遐个啥物，遐银行会甲你，你啊偷偷登，甲偷偷转账。有呢，最近某只案，最近某只案件出来呢，遐一挂银行的即个行员甲即个钱偷偷转去别人后头，走去洗钱呢，毋是无呢。你像伊看一挂老尾仔死，啊了啊，伊哦拄啊甲伊保管遐印章都甲钱拢转转去，毋是无呢，我过讲真个呢。所以你莫讲干呐，现金迄个银行都一定没有风险，多少还是有风险。你知道，拢有风险，只是迄个风险足低啦。哦，人讲微不足道啦。哦，你著来记个我讲个，啥物名拢风，啥物咧名拢风险。咱个性命都有风险个，钱敢无风险？钱嘛需要风险嘛，伊就碰见你安尼尔，啊去用偷摕啊，啊去用卷款逃跑安尼啊，迄拢是风，迄拢是风险。所以什么没有风险？每一样都有风险，只是你要去控制那个风险，去分散那个风险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财务管理，再不就是你管理风险，管理这些钱。啊，这种叫做广义的这个什么财务金融。啊，我就是专门咧读一科的啦。所以，阮金融内底，阮教上侪教啥物？教风险。我们金融进去就是教风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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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都是风险，连你的现金都有风险。什么都有风险，只是那风险很低啊，风险很高，这样而已哦。好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伊就是煽动你的贪婪嘛，啊，利用你的信任嘛，伊就要煽这啦。贪婪大家拢有啦，吼、哦，这咱免讲，咱大家拢更加好了解信任嘞。信任就是讲吼、哦，人甲人做伙一定有一挂默契。嘿，你知道、哦？尤其什么？你啊，对你好诶！我甲讲，所有人，你包括我，我嘛足惊别人对我好诶。那对我好，咱家己干嘛乱讲信任？什么款原因呢？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。我们其实人类很容易信任别人。哦，这是他的本性。但是我讲，他就利用你的本性。那你为什么会有信任这个东西呢？这个原理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咱拢叫人欺大咧。咱拢叫三两七大，叫咱的爸阿母、阿公阿妈、咱的家庭安七大，所以原则上你拢会信任人，信任啥物人？信任你的家人，信任老爸老母，全部会甲你七大嘛。哦，那么对不？那么足用心甲你七大，所以原则上所有人一开始拢对人拢有信任。你若是有材料大汉到十八岁，多多少少都会对人有信任，然后他就是利用你这个信任，就是利用啥物？你对家庭的信任。哦，啊，赶快，因为你的家庭人对你好嘛，恁从恁爸母啊一定对你好，所以你才有材料大，啊，所以你就对人有信任，对啥物人？对你的爸母有信任，所以你嘛讲，你讲，我都对我爸母足有信任诶，哦，啊，我讲诶，我嘛对所有人拢有信任，啊，这个就害啊，这唔对，嘿，伊就是利用你的信任，你吼、哦、只要一大汉，你就对人有信任。啊，人就利用你的信任，所以咱台湾人为啥物去用骗？你知影？因为咱足够人信任，咱拢信任国民党，咱拢信任民进党，咱拢共信任。结果你看，人讲的真心换绝情，就是拢安尼。敢若讲你甲看咱即摆台湾偌济离言，咱有翁仔某结婚即摆两对一对爱离言。你当初为啥物含即人结婚？你嘛是信任伊啊，无你敢会讲拢未信任伊？你带你甲结婚，到后尾安怎？真心换绝情，真正拢安尼，后尾拢安尼。咱拢信任人，结果真心换绝情。你甲我背叛，我嘛甲你背叛。好，咱两个就拢规个拢听过，然后所以信任，所以你要记吼，信任这个东西你要很小心，你不要随便对人家信任。你讲像我来，像我来讲，我甲讲实在话，我甲即卖吼，我有一个体验，我除了上帝的信任以外，连我爸阿母都不值得信任。我即卖变做安尼啊，连我爸妈我都不值得信任。那我爸妈怎么不值得信任？哎，嗯，我来讲，不是他对我不好哦，这不是安尼讲的哦。信任我即马对信任的了解是对，我嘛甲所有人拢无共款。我原则上对所有人拢无信任。啊，为什么无信任呢？因为伊会讲唔对话，做唔对代志。哦，我是对伊是一个罪人的角度来讲，我对这无信任。我对他所有的作为，我不会都认同。你知道意思吧？因为伊是罪人，我对用神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人是不值得信任。
人是不值得信任，所以咱才有法律嘛。所以咱有一寡监察，咱才有一寡警察，咱才有一寡司法，迄类啥物款原因对我们人不信任。啊，我爱讲一下咧，这名言有需要，因为人真的不值得信任，人无计代人完完全全的信任，干那信，因为信是信实的神，伊绝对袂去背叛。伊吼讲的话就是信的，信实，所以你读伊会知信的，后尾干那存信。今年我后尾真正觉悟，存信了信。阮爸母是对我袂歹啊，但是他也不值得信任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嘛会做唔对代志。啊，万一伊若做唔对代志，我若对伊做。对吧？我嘛赶快对害啊！所以阮爸阿母不值得信任，原因在这里啊。伊虽然对我真好，迄是一回事，但是问题伊无一定做会到啊。所以我不信任就在这里，因为伊是一个罪啊。嘿，所以我讲实，我连我父母我都不信任了。那你觉得我会对你很信任吗？我会对我们人家台湾民进会同心都很信任？不会，我也不会对你们信任。我嘛没信任你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嘛讲实在话，我不会信任你们。嘿，你知无？但是我讲，我爱对你好，我袂甲你害。但是我不会信任你，为什么不会信任？因为你是一个罪啊，你会犯错。啊，我袂用对你落去，你知意思无？啊，我会明哲保身，我袂讲我今日甲你就好，你犯罪，你袂对你落去，我唔是种人，我唔是感情用事的人，我会跟你分开。对不起，我就不要跟你一样。虽然我平常是甲你就好，但是你一旦啊违反法律的时候，我嘛袂对你落去。我袂，嘿，我袂讲，我嘛袂甲你报复，我会甲你隔绝，你知影？我也不爱甲你插。嘿，你若你犯错，歹势，我是甲你隔绝，我袂甲你阁插安尼。啊，我嘛袂去讲啥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嘿，这就是我对人的不信任。今天我爱骗，我就是，你讲来讲，你看我伫台湾民政府九年啦，啊，内底发生啊侪代志，大家拢震嘛，我为啥物无事？歹势，你咪伫头壳尾拢安尼。那你犯错，我拢无爱。甲我搁较好诶朋友，我嘛无爱，迄你诶代志，你家己诶选择，你家己诶负担，你莫甲我拖落，你要甲我拖落，我嘛拖袂落。我吼，我毋是所有人拢咧做，我著规个拢跳落啦，我毋是。嘿，因为我对人从来都不信任，迄是我诶性格讲诶，不要信任任何人。嘿，任何人拢莫信任，伊若你做毋对，你著互伊做；伊若要灭亡，你著互伊灭亡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嘿，你对伊，你诶敬迄个神。因为神绝对袂用骗，神绝对为你好，啊，伊袂甲你骗，伊就伫个良心内底啊。迄个甲你，我感觉甲恁讲话啊，你就是独一信任你的神就好啊，你剩的你拢莫去信。嘿啊，迄个圣经嘛讲啊，独一敬拜主你的上帝啊，你就除了神的神，以后剩的拢袂信的。你良心内底迄个神，你甲伊讲啥，你真少听伊讲。啊，伊就甲伊讲，你来听伊的话，你独伊的话听尔，剩的人的话拢袂听的。因为人诶人拢有当了，拢坏心肝诶啦，哦，所以我嘛甲你讲吼，你唔当去信任。你若讲今日我诶话听听，你也不要信任啦，你著家己去问你诶神，安尼较准。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这是甲你讲诶一个上好诶方法，你家去问神。啊，若神讲互你值得信任，那你就信任。啊，你若吼讲这毋是，对无？你家己用去判断，你问你诶神，因为神未共骗，独独神未共骗。人吼拢会骗人，哦，这今日甲你讲，哦，啊，伊就利用你的信任啦，哦，所以信任内底哦，我若真正要今日甲你讲啥内底这信任，我就爱讲哦，三讲三明，我就讲袂了，信任。啊，我讲结论啦，人不值得信任，就是安尼啦，人是无价值人去信任的，所以你所有人讲的我拢袂听啦，我听听的尔，我后尾我拢家己去研究，我爱找书，找一个事实。然后我自己会去信任这个事实，我知道这是事实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啊，我买分量给你，啊，你去做参考，你家己问你的心，这是唔是真的？哦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吼。所以吼，伊煽动上面，你的贪婪，利用你的信任，你会记得啊，这就是庞氏骗局的原理。啊，你只要一个人一大案，就是代表你对人拢有信任，啊，伊就是要利用你对人的信任，伊要甲你骗。哎、欸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看有个人吼、哦，足善良个，但是伊拢向一寡歹人甲骗，哎、欸，叫一寡歹人甲骗，哎、欸，或是叫因翁骗，或是叫因某骗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莫甲遐中国人做伙，遐人拢男盗女娼啦，拢你甲骗。
遐人做代志吼，拢足无信心的啦。你莫甲怎甲就遐家属那做伙，迄规工都男盗女娼，查甫安尼，查某安尼。所以你看咱台湾今日讲不遐尼啊歹，虾米款，拢嘛怎甲就家属那人人骗，死鸡你人骗，刁乱咱这个社会这个平衡。哦，所以为虾米甲你讲遮啦吼，信任啦吼，你唔当去信任任何人，你拢家己爱去吼，家己爱去看，看看这名人到底是真啊假的。好，啊，过来伊煽动你的贪婪对吧？啊，你哪一部分的贪婪？哪个部分会让人家很贪婪？好、哦，第一个，伊甲你讲这本小利大，哇、哦，你摕一百万出来，拢赚一千万，伊有画一个大饼哦，你，迄就是本小利大，本小利大本身就是一个大饼，本身就一个大饼。那我迄个本小利大很少啦，我唔是讲无啦，足少的啦。啊，若讲遐尼啊好赚，伊吼早就半暝哦，半暝哦去共借啊是安怎？伊人伊早有赚掉，伊袂分利啊啦。所以呐，本小利大这个名下伫你面头前，你拢唔当相信，你都不要相信了啦。哦，你知意思无？哦，叫做用你的贪的本小利大甲你写，也叫做画大饼。啊，第二个来讲回报迅速，哦，这一个月内底哦，用赚5%，哦，你想一个月赚五趴好赚，啊，一年就赚60%呢，哇，啊，那两年就回本啊呢，你安尼想嘛对啊，就是回报迅速，哦，啊吼，这些人要吃两饭啦，这些人都要吃软饭，拢要放高利贷吃软饭，这就是本身用你的贪啦，贪啦，这是人类的本性，撒旦，撒旦就是贪婪，就是私欲。这就是魔鬼，所以你利用你的魔鬼，人的魔鬼，你知道意思无？用你的贪婪，你莫讲人无贪，人是足贪的啦。我跟你讲，真正拢贪啦，我嘛贪啦，我嘛不是讲真正拢食素，只是我知影讲哦，贪婪就是风险，做代志你贪的时候要注意哦。啊，伊甲你写叫做回报迅速，你要食两饭啦，你拢歪做，还要食两饭啦，嘿啦，就甲你讲叫回报迅速啦。啊，第三个人跟你说，你若穿，你会感觉这小孩危险，这是本能。因为神跟你说这危险哦，但是伊哦，我跟你说，伊用人的心来讲，保证获利。嘿，伊就讲跟你对心肝，啊，你对伊有信心嘛？伊就跟你对心肝，保证获利啦。因为我嘛赚到啊，你知意思无？但是伊赚到对啦，但是你无一定会赚到啦，是伊有赚到，但是你不一定是下一个是你有赚到，那个未必。他有赚不代表你会有赚，你那个是不同的时机嘛，无同的时机级别，哦对吧？啊，这个回报率也不一样嘛，各种都不一样，怎么会说以往给你保证获利呢？啊，我讲一件代志哦，伊来给你讲保证获利拢假，无会保证的啦。阮伫个财务内底哦，阮伫个香港哦，最后训练是安尼啦，只要给你讲保证获利的，你拢甲过，你拢甲过啊，你准备你甲过。因为伊哩甲你好小，死死沉住。香港的所有投资没有那个保，没有那个保，没有保证获利的，没有，没有一项商品绝对是保证获利的，没有。他不能这样跟你讲，他只能够跟你讲说，我按照历史，哦，这五年平均回报率是一年是6%，用安尼甲你讲。伊若安尼甲你讲，你还伊嘛无白讲，伊讲是熟悉的。但是伊无在甲你讲，保证你也进来也一样6%。好、哦，他也不敢保证，所以绝对没有保证获利的。你若保证获利，伫咧香港你用甲过啊？你甲罗英杰你用甲过啊？你问你啊？为虾米？因为阮香港规定就不可以跟人家保证获利。哎，我以前在香港就不可以跟客户保障获利，不行。你比方讲迄种话，你甲我讲，我按照历史，我进前五年的经验，平均6年，一年6%，我有安尼甲你讲。但是我袂用讲，我保证。绝对有6%，不行。伊若有甲你保证诶，我甲你讲，你用甲过。伫香港就是安尼，袂使跟客户保证，没有保证的，无迄种保证诶啦，迄是骗人诶。所以保证获利即个话本身就是骗人诶啦。你知影意思无？无迄种物项啦。所以我讲，你若听到保证获利，我甲你讲，你知影即个人伫甲你骗，啊无伊就对即件代志无了解。所以伊吼，即个甲你讲保证获利，所以你要记哈，这是一个话术，没有保证获利这种东西，没有，这是一个好消费，
嘿，跟他讲，老板，我们来一碗热的冰，烧的冰，有迄种冰吗？你就找我看，无迄种米行杠杠的，所以也没有保证获利。实际上，按照所有的米行甲看，没有那个保证的，没有保证获利，没有。你要、哦、连续投资美国国债，立马不用讲保证获利，也没有办法。实际上，真的也没有办法保证获利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所以我要讲吼，保证获利这个名是假，哦假，假的话，哦假的话，假的话，所以这句话你用个过啊。所以当啊，你讲保证获利哦，你唔当相信，这个绝对假。你就吼，唔免阁算啊，你买，你买该讲啊，代表这人唔捌，代表这人唔捌风险。咱若要学投资，第一样学的是学风险。咱不是学投资，你若赚钱，大家拢会晓。我今麦是要看风险，风险偌高，啊，什么风险？啊，伊的程度、频率，什么款的物件，爱看这些物件，叫做风险。所以学投资就是学风险管理，哎，学风控，你就要去控制这些物件。所以我讲没有那个保证获利的，哦，你若保证获利，你该赔。所以伊利利用你的啥？你这三行，本小利大。回报迅速，保证获利，伊伫利用你这三行，但是我这三行拢假，啊，伊就是利用你的贪心嘛，这就是贪心嘛，这就是人类内底冤罪啊，贪心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本小利大，回报迅速啊，保证获利啊，是啊，哦，这就是利用你的人类贪婪，啊，这就是利用你的魔鬼，所以魔鬼是什么？是谎言。哎、欸，就是贪婪，就是谎言，就是魔鬼。哎、欸，伊就利用你的魔鬼，所以魔鬼这个名不是有形体，是你的贪婪，是你的私心，你知道，你的私欲，这就是魔鬼。所以咱一个人内面哦，那种魔鬼，那种上帝，两个底下拔河，这就是人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要了解人，哦。啊，伊就是利用你的这个什么？贪婪，啊！你这三行啦，愈大的人，你就非你若相信这三个人，我讲你哦，非常容易受到他们的诱拐啊！啊，伊诈骗的原理就是简单啦，摕你的本金付你利息，这种广义上叫做庞氏骗局。刚才讲哦，伊用讲你来投资这间厝，你摕1000万，你吼、哦、一年这个租金大概差不多五十万，你假设会好啊？我去银行贷款敢那2%尔，嘛才1000万才2%的时阵，你假算嘛才才20万尔，我拢收50万，我一年赚30万啊，安尼哪有啥物卖投资的？哦，啊你1000万就较高呀，爱就付你啥物？付你利息，爱1000万浪一条，哎爱。啊伊吼，迄、那个是毋是付你50万对无？啊伊是毋是赚950万？你敢你吼、哦、本金付伊诶时阵，人就无伊啊，迄就是庞氏骗局。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伊就买你现金啦。所以即个庞氏骗局足侪变形。啊，你讲买即个厝就好啊，你就想讲吼、哦，我即摆继续搁讲了，所以庞氏骗局诶变形看偌侪就好。这种员工，你去买房地产，原则上那个也是庞氏骗局的，你知道，那是类庞氏骗局。因为吼、哦，才跟你讲吼、哦，你若用20万的利息，你用赚50万对无？你这就赚30万啊对无？但是代志干嘛呢？结果你租了了以后，你的房客就退租啊。伊较早底下租，迄人就退租，因为迄个租约拢假的，迄个租约都是打假的，拢是伊吼、哦，跟你。家己吼叫家己人去租的啦，爱就讲，你看租约伫咧遮，好，我一个月，你知影，我一年内底收50万，啊，你只要付20万的利息，讲是诶，你就讲赚50万，迄个租约嘛是假的啊，啊，你就贪嘛，你就贪着迄个租约，哦，你啊，我赚50万呢，哦，啊，我成本20万，我赚30，那会袂好，好，迄租约签3年的呢，你来看会好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迄、那个租约签5年，迄租约签10年的啊，所以我讲租约签了伤长嘛有问题啦，租约
最多只能大概签超过两年而已，两年啦，左右一般都一年一签啦，那个签两签三年以上都有问题啦，签三年要跟你签左右签三年以上的人拢有问题啦，你知道意思不？租约签三年以上那个都有问题啦，迄就是要跟你骗，迄种叫做庞氏骗局啦，所以在现在金融的诈骗，现在你现在缓解缓缓扣扣，你们都未必看到那个非常小的细节。伊就是要利用这个骗，所以来你看租约偌济陷阱的话，买卖多少陷阱，结果你买到是一个假物件啊！你甲租了了以后，经过无甲半年，迄人就退租啊！你的现金是交出去交物料以后，两个月以后他就退租了，结果你敢收？无，第你的一千万的现金向人去，你一年可能拿20万的利息，结果人1000万的现金走啊！嘿，迄就是庞氏骗局。结果你就伫遐拿利息，收无租金，嘿啊，就是安尼啊。结果你就买了一堆废物，你就一年伫遐拿20万的利息，结果迄间厝，结果甲检查，我害啊！使用执照有问题，哇，建造有问题，哇，迄结果伊。内面的厝内面拢漏水，你记未？你才知道有这个经营？哇，迄对啊，结果甲估讲，这间厝无甲300万，因为伊使用建造甲啥物拢有问题，敢若剩迄块地有价值尔，剩的拢无价值，迄间厝拢无价，拢假。结果你了偌济？结果甲算的，你了700万，因为敢若剩迄块地有钱，剩迄块地值钱，你就是安尼。所以这种叫做庞氏骗局。哦，你的现金，伊要你现金啦，你的叫人去啊。人脱手啊！这种叫做庞氏骗局，这就是土地买卖的纠纷啦。我你讲的代志，即搭拢有。这第一台湾足济啦，我甲你讲济到哪声咧？哦，你敢若听到我甲你讲，你就知啊，这我敢若捌听过着。所以因为这代志太济了，这毋是第一件嘛，太济个嘛。所以你甲看伊合约规拢拍假个啊，伫一开始就要甲你骗啊，因拢家己人伫遐斗交啊个啊。你知道意思无？迄种个广义的庞氏骗局啊！哦，我咧讲你就听有吧。所以你会记哦，人类足够虚谎，足够作假。你莫讲看到迄个文件，你就当作真诶。你爱搁去求证诶，你足侪名，你拢爱去求证诶。哦，你知道意思无？所以你看话，这种嘛是经验呢。你知道哦，这种是看人失败的经验呢。哦，这就是咱咧讲诶，伊要摕你诶本金啦，付你利息。哦，这种人讲叫做广义的庞氏骗局，你看，所以咱伫买本身就你要注意这物件，买卖的时候，在打契约的时候，你要注意这庞氏骗局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你著要非常注意这物件嘞，这是我讲的拢真嘞。你若较内行，你就知道我讲的拢对。哦，这种租约一挂契约的陷阱，很多嘞啦吼。然后伊除了安尼了，阁无够，伊阁啥？伊阁诈骗的累积甲复利，就是叫你去招人啊。叫你去招你的亲戚朋友，一挂好朋友来投资啦。啊，人种叫做啥物多层次行销，对咱讲的鸟鼠会啊。你讲像咱足简单嘞吼，其实鸟鼠会啊，这个名是较污名化啦吼。迄叫做多层次行销，就是讲你这个名啦，食了好，你去招你的亲戚来买啦，亲戚朋友传来买，这种叫做多层次行销啦。就是你用了好，啊，你嘛介绍别人来，啊，伊就利用你的无知嘛。所以你这个你就你嘛讲实在话，你真正有摕到利息啊？你知影？你有真正摕到一年20%的利息啊？我都等下去讲一个案例，叫做红莲，迄个大家叫名的，迄个资金1000亿，结果后尾遐钱拢假，嘿，哦，我等下去讲到这个名，你嘛去摕到这个利息啊？所以你甲你的亲戚朋友报啊，讲这真的呢，哇，我这一年内底。我交100万出去，我真正摕20万回来，这是真诶呢。真正伊有摕回来啊，但是我甲伊讲啊，因为伊是摕你诶本金付你利息，伊甲100万收诶，伊互你20万啊，迄拢你诶钱啊，啊伊也无趁钱啊。他又，我讲是，他又不经营，他又不获利，他什么都没有啊。哦啊，讲是即拢你诶钱啊，啊你去摕着，你就将花去养招。结果迄个路，敢那雪球安尼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啊，内面都骗局，一个骗过一个，啊，伊就利用哦，人甲人的信任，人的无知甲信任，无知啦、贪婪啦、甲信任，你这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
哎，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叫做多层次行销。所以多层次行销这个东西就在利用人的什么信任，利用人的信任。但是这不一定好，不一定坏啦。但是后尾因为跟这坏的名连结，所以拢变作坏。所以人要讲拢这叫做鸟鼠会啊。你讲咱台湾的案例，迄嘛叫做鸟鼠会啊，迄嘛是老鼠会啊。你讲咱的保险有没有老鼠会有啊？包括那个保险本身就是咱们来讲叫做多层次行销，迄拢是鸟鼠会啊。对吧，人家吃好到修补啊，这就是什么，这就是多层次行销，这就是像类似老鼠会，他就利用我们这些无知跟他对我们台湾人很善良，都对人信任，还就这样整个你跟我每个人诈骗那一句话，哇跟现在很多都没够的，都不知道都什么人给报，你知道哇一条一个300，一个500，一个100，一个200，哦一个啦，那就是多层次行销啦，他就利用你的无知啦，利用你对人的信任啦，利用你的贪婪，哦，这种叫做多层次行销。所以多层次行销来讲，哈，它是一个行销方法，哦，但是它，哈，也不是多不好啦。但是后尾因为跟不好的名一连接，那个破坏力量足大的。为什么你啊，你吼本来是你去用骗，结果连你边啊所有亲戚朋友拢做下落，一骂甲你的亲朋好友你拢落，所以这个变成多层次行销，人讲的鸟。尿气回啊，因为主要那个投资的标的物是有问题的，哎、欸、啊，所以后尾人听人尿气回啊，这就是你招的招的啊，招遐有诶无诶，啊，这种人叫做尿气回啊，哦，所以我讲这个诈骗案拢足大诶，一旦一拉开，那个诈骗金额都非常大，都是上几十亿以上，啊，但另外介绍就名叫做红脸，啊，我来讲吼，主要一辈名是啥物，垃圾商品，笨手。他的投资商品是垃圾、笨手，嘿，一起哈，变现性很差。我跟你讲，上面叫做垃圾商品，你知道吗？它有几个现象：第一，无价值，没有价值，它没有实用价值。比如讲什么名？比如讲你去买比特币，我问你，你买比特币上什么价值？比特币那个东西是原则上那个就是庞氏骗局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因为一哈。一号叫你去买虚拟的货币，伊甲伊讲，这个虚拟的货币是它是有价值，实际上它是没有价值，它只有价格。哦，因为它会跟现金做连结安尼尔，但是实际上这个物件是无价值、无价值，对咱的经济拢无帮忙。所以这个物件原则上你袂使投资金，为什么？它没有经济利益，因为这个商品没有价值。没有经济力，它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。你说比特币现在有1000兆了，对我们的经济有什么帮忙？你说100万，1000亿兆，什么价值也没有了，那是一个数字而已，那就是没价值的。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垃圾商品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它没有价值，它没价值。哦，第一个现象就是甲拍做伊无价值，也没有经济利益，就是咱讲的它没有经济利益啦。就是我迄、那个我基本论你讲的叫做经济利益，它没有经济利益，伊没有办法有对咱有啥物经济有啥物帮忙，是替经济有啥物帮忙。哦，所以第一个现象它会无价值，第二个它变现性很差，伊无在了换做现金，这个物件足歹卖。哦，就是讲它。跟咱讲真简单啦，你若摕1000万去投资一个古董，伊甲你讲这个古董有1000万，结果你就买这个古董，结果你摕到这个古董要去人卖1000万，人不爱甲你休息，迄就是变现性很差。你知道，它也有这个现象，你要变现金足困难的，啊，这种属于垃圾，知道吧？垃圾商品足歹卖，你若现金出去，哦，我讲你现金出去啊，你就甲买啊。他跟你说这个名字1000万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你就是处理。结果你拿这个1000万去人说我要卖1000万，卖不出去。你卖800万，那没什么人要跟你插。你卖500万，有人跟你问问的这样而已，你都一直卖不出去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变现性很差。你知道意思不？哦，垃圾商品，没在量换现金。啊，还有一个虚拟的代币。欸，他在上面，网络上面可以跳。哦，上面有几百万，你的现金上面有几百万，对，但是你若要甲变现金，你嘛无才调，
这个虚拟的代币啊，然后也传也该讲这个虚拟的代币只可以买什么东西这样而已。哦，你给他买哦，这些指定的商品而已。啊，你若要变现金没有办法。哎，这个也有虚拟代币啊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变，你们好像广义公叫做也变现性很差，它的价值很低啊。你知道吗？所以伊嘛，把你变做一个虚拟的代币。啊，伊嘛无把你骗来，有啊，这个数据拢有啊。啊，你用这个名，你吼会用变做什么名啊？你用变做一个股份啊，变做啥安尼？那就是广义的虚拟代币啊。哦，你知道吗？看到一个无，但是伊都无在变现金啦。你记得，你这个名啦。投资类你要变现金很困难，这若拢无在了变的情况下，这个广义上都叫做庞氏骗局。哦，你这个原理，你吼就有办法掌握到原理，就是伊要你的现金啦。啊吼，伊会迄一个数据互你啦，啊，数据拢伫遐跳拢有，啊，你来变现金没有办法变现金，迄就是拢鬼拢诈骗。哦，你要记的，伊就要骗你的现金，那没有办法变作现金，我讲那个都是风险。哦，阿你听好无？啊，我讲即马拢有安尼，拢有虚拟代币，嘿，拢有虚拟代币。所以你吼，即马你若讲去做一寡投，一寡迄咱你讲的一寡投资案，啥物一寡话，伊拢有数据互你。啊，所以你吼，我讲即马你若要去告迄个检察官，讲这诈欺拢告袂起，因为啥物？伊讲我名人互你啊，无你肯定会帮我拍鬼啊。所以你即马叫用骗，你吼即马拢叫用骗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吼即马去告检察官，即马拢告袂赢。这块话伊名人互你啊，你欢喜甘愿的啊？你知影意思无？即马是一种诈欺啊，但是你我甲你讲，你即马数伊底下几啊百万，你拢无只变现金嘛？你变安怎？你变安怎？你著调的啊？有啊，我的财产底下网络头顶有2亿，啊，你手头现金嘛无？你有3万嘛无？你有5000？我爱讲很少，啊，厉害啊！欸，你就是安尼，欸，你叫做啥物？人讲的，反正都是无啦，就是你无在变现金啦，你手头无现金啦，你现金拢伫内底啦，哎、欸、啦，迄就是安尼啦，喏、哦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咱你讲的哦，虚拟代币啦，所以讲虚拟代币即摆你拢卖卖啦，迄啥物比特币迄你唔当卖啦，迄是人咧炒的啦。迄人咧洗钱诶，你知影伊话，人洗金啊，那洗钱用的。啊，你卖去对人投资啦，迄毋是投资，迄是洗金啦。因为迄拢是垃圾商品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毋通去买迄种物件。啊，台湾有没有代表性诶非法洗金案？有宏远，宏远就是我民国70几，我细汉囝仔时阵，细汉囝仔时阵滚甲足大，吼，电视一直报啦，吼、哦，报头尾报几个月。啊，迄个人叫做刘，叫做刘铁球，哦，啊，我这個案例即摆网络拢有啊，你会用家己去看，哦，网络你甲拍宏源案，你爱好啊看这个案件，这個、案件是台湾内底有名，这是上关注最大的诈骗。过来了，这囝孙啊，出去拢吼，我讲大家拢做主事的，哦，出去外口搞足侪诈骗的啦。啊，这拢啥物人做？你知道嗎？外星帮，就是爱中国人做的。所以这我讲这道红人这细汉的料以后出去拢做诈骗，后尾拢伫咧咱台湾，伫咧咱东南的啊，包括中国这开枝散叶。即马我来讲，即马咱这个中国的诈骗，包括咱东南亚的诈骗，我甲你讲，全部拢这批人处理的，拢甲红人这批有关系，啊无就是该恶的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拢伫咧这道处理红人案有啥物叫有名的？因为吼、哦，这道是一个吼、哦、进修的地方。训练诈骗的所在，啊！这批人看讲，哦，这种骗这侪钱，哦，一出来，大家拢开始变啦，哦，拢开始这个红眼的变形都拢出来啊，哦，变形金刚，哦，甲只赶快所有吸金刚的变形拢出来，什么南宁啊，伫中国内底足大个诈骗，一件诈骗几啊千亿个，拢过啊共乌遐个啦，迄就是蒋介石家属人讲的男盗女娼啊，哦，拢去搞这诈骗吸金的啦。夭壽，所以你甲看咱台湾的诈骗基金看偌济，你莫讲台湾足济，中国面嘛足济，拢啥物人过假的？我遐蒋介石一批囝孙啊，过人假只诈骗。所以你甲看咱啊诈骗骗世界有名的诈骗掠着吼，拢咱台湾咧即个中华民国人，迄就是蒋介石的囝孙啊，中华民国的，
诶，拢因出去教诶，你若骗掉诈骗内面，伊就中华民国籍。我讲内底一定有即种人，为虾米伊拢改嫁？迄就是迄个改吼做师傅，强吼利用人诶弱点，啊变啊共利用一寡方法啊共骗。你啥意思无？即种广义上诶诈骗、诈欺，吼、哦、啊伊阁一直改良，一直改良，改良到即马足油诶呢。吼、哦、啊，但是永远千变万变它不变的道理，它就是要你的现金，你要记，伊要爱你诶现金啦。哦，这是伊个关键，伊要骗你手头现金。啊，这叫做红颜案。啊，红颜案伫个啥？我伊吼伫个1981年吼、哦，啊，伊是几个人啊？比如讲沈长生啦，吼、哦，刘铁球、余永明，啊，以投资公司的名义成立红颜机构，啊，伊就是一个老鼠会，啊，用足高的利率，啊，非法吸金。好，伊后尾吸金金额是超过1000亿，1000亿。哦，迄时民国70几年，咱伫个台北市间啊买一间公寓一层，安尼差不多300万、400万都有啊。民国70几年，75年啊，300万、400万都有啊。你看迄时吸金偌济，吸金1000亿呢。干那迄个厝吼，你讲买25000斤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知影哦？你看金额，你甲看金额偌大。哦，这也是上，这也是上大的了。这个子孙啊，拢开枝散叶，拢吼，你想吼，出去啊，做一所谓诈骗，所以被你弄底几家出来，弄红颜案。所以为什么红颜案非常的轰动？因为了以后一个训练吼，就陪你讲诈骗，啊，这拢外省国、外省帮啦，拢中国啊，拢要蒋介石的子孙啊，后尾拢拿中华民国籍出去，全世界去做骗怪偷抢的工作。所以蒋介石要子孙啊，男盗女娼没有错啊！你甲看这个红颜案就好啊，迄拢因外省国的啊，迄拢因发起的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啊红颜案你用家己去看报道啦，我就不要甲你介绍，就是因为我足侪爱甲恁教的。哦，啊伊拢骗啥物？骗迄军工教的啦，伊讲军工教，叫我骗足侪啊。公共搞跟我们骗差不多，骗超300亿，还有一挂遐金主啦。哇，啊、这我听讲红颜哦，他还有自己的球队呢，够一个红颜篮球队呢。哇、哦，一个你知影一个漂白呢，所以咱吼大家拢哦，即搭乌的做乌道的吼，拢会漂白，嘛拢伫个即个时间出来，我拢做个，反正吼、哦，人常人讲的吼、哦，你好人甲歹人，你嘛分袂清楚啊。伊就是爱甲你漂白，哦，一个篮球队呢。啊，我听讲伊吼，佮家己有开公司嘞。伊讲伫个敢若伫个咱台北个倒位，台北个车头遐是毋是？因为我听讲敢若遐，因为吼，即我毋知，因为是我细汉啦。因为我听讲伊佮开一间公司伫遐，算讲伫遐收钱。嘿，伊啊，伊算啊佮伫遐收钱，所以伊他也有实体建筑，所以大家人民讲伊足稳，伊袂倒。哦，啊，这个伊个回报率就好，伊一年用高利贷啊，一年20%嘞，哦，啊，足侪人咧投资个亲戚朋友拢做伊移民，过来后尾人吼，甲上后尾钱人浪人走啊，嘿，啊留伊留900几亿个债务伫个，伊遐人拢摕无钱，嘿，拢摕到债权凭证，伊拢摕到讲啊你吼，这是用沟通，但是拢收无利息，为啥伊规个现金拢去？为了讲拍卖走，啊，后尾沈长生、刘铁球，伊用敢厉害关，敢那讲破10年，敢那后尾最后拢逍遥法外，即个人后尾拢关些，所以咱台湾的诈骗案拢还较非常的轻，等于鼓励这些人诈骗，所以咱台湾哦，就伫咧即个事件轰然了以后，开始迄诈骗的拢开枝散叶，嚯、哦，规个台湾了拢诈骗啦。拢就介就遐子孙仔去人骗，拿中华民国籍，哦，所以你看吼，你即马摕中华民国籍出去，人拢讲你在诈骗，什么款原因？什么款原因？就是拢遮人去人诈骗的呀。哎呀，所以你即马摕中华民国籍是就不明义的，非常不明义。拢遮就介就遮子孙仔去人骗的。哦，啊吼，这就是红颜案啦吼。
啊，红颜亮廖一啊的龟龙开出三年，我会变你的都贼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你讲说他的辩解。反正一句话，你手头现金卖够好，好、哦，我跟你讲一句话，你手头现金卖够好，啊，你爱啊，你爱分散风险。你要想要手头定美金定黄金个定现金，啊，甲这物啊，下你甲下做几啊位？嘿，这是上保守的，但是上无你不管如何，你拢活落。嘿，你知我讲意思无？这是最保守的理财。哎，我甲你建议讲，你爱做这一部分啊，做你20%的财产，你爱做安尼啦。啊，你存咧你要冒险，你就可以冒险。啊，你记啊，所有的投资它一定带有一定的风险。啊，我甲你讲另外代志，我按照我对台湾民政委了解吼，有十分之一的人拢曾经，哦，掉咧内底，十分之一的人，啊，总金额超过1亿，一亿，哦，1亿啦。对我了解，我算过，我把小阿个跌过算过，超级，啊，有十分之一的人，所以才有1000个铜金，曾经哦，捡一大片，嘿，不少诶，十分之一诶，十分之一的呢，就是咱收的铜金超头到尾有10000的，啊，曾经有大概1000个。金额总共超过一亿，我曾经捌去做这个算讲这个什么，这个庞氏骗局。好，安尼庞氏骗局，一定甲你做过一个算讲一个介绍啦吼。啊，我来讲一件代志吼，我甲你讲摆了以后，啊，我来讲它里面有什么缺点，就是讲这个庞氏骗局。你要怎防止庞氏骗局？咱以后拢不管如何，咱加减款拢爱去做一寡投资嘛，哦，对吧？做一寡投资嘛。那你什么是合法的投资？什么是非法的投资？我今麦甲你介绍，拄好我甲你讲的拢非法嘞，拢非法嘞。啊，伊为啥物非法？啊，啥物叫做合法嘞？我甲你讲吼，合法的投资有的原则是啥？伊绝对有这五项。绝对有这五项，哦，绝对有这五项合法的投资，哦，比如讲你吼，即马去台湾银行，你吼即马我即马要买啥物基，我即马要买啥物基金，基金里面就一定有这些东西，有无？你去台湾银行是去咱的，你去咱的邮局，哦，的那些投资，它原则上就会有这五个，所以你的钱都袂安尼忽然间无去买，哦，那它会有五个原则。哦，啊，这五行拢爱有哦，这个五个都你不用讲欠其中几行，你若欠其中几行，你都要注意啊、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既然是合法的投资，它一定有这些东西。只要卡到投资合法的投资，然后它是公开发行的，它一定有这一些东西。啊，当然你用私人吼，你用私人去跟人合作，啊，私人合作你嘛爱针对这些原则，因为这些还是合法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什么是合法的案例，跟你讲。这是上合法的啦，那这种的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哦，那如果是这一些东西都有，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但是如果开始有欠几两行的时候，就要注意，又讲啊，这奇怪，跟那个一般的合法投资案好像不太一样，那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你都要去研究，哦，啊，你要自己去控制这个风险，哦，啊，我给你教正统的，啊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干那，什么是歪果子，因为我好今麦给你讲什么叫做正常好的。啊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无好个啊！哦，啊，无好个欠啥物物啊，我会甲你讲。哦，啊，合法投资一定会有这五个东西。第一个，它的监管机构，啥物人伫甲管呢？你讲你开基金好，啥物人伫甲你管呢？伫咧香港，你证监会甲你管。伫咧咱台湾，一定是这个证交所会用甲你管，还是讲金管会会用甲你管？我要看伊个监管机构有没有人在监理这件事，有你甲你管，啊有法律会使甲你处罚咯，有啥物法律会使甲你没收，有啥物法律会使你保障投资者个权益，这就是监管机构，他有没有执法机构？你知影意思无？万一伊若做了唔对的时，你若要甲球场个时，你想要找对头，你用去遐告官府啊？你讲，我钱伫遐，结果遐人搞乌白母，我要甲告啊？迄就是伊个监管机构。所以你伫你第一项看讲有法律伫甲管无？有没有监管机构在管他？哦，啊你若讲啊有啊，只要有人伫甲管，上无即个第一项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这非常的要紧哦，他有没有法律可以管他？
这个迷航，这个投资案有没有法律可以管它？有法律不？啊，有法律用甲管，你知影哦？用法律用甲刑不？你知影意思不？哦，这个第一样爱看到的，伊个要害就是讲有没有监管机构？哦，你拢爱看到这个，伊有法律你甲管不？哎，那有安尼，我讲你着第一先安心暖哦，你着安暖啊，这安尼全部一个管理底下法律之下去用管，你知影意思不？安尼你上无找有迄对头，啊伊若发生代志，你吼这样争取你的权益，哦，这就是监管机构，啊不管伊伫咱国内还是伫国外，拢一定爱有。伊上无有一个啦，一个吼管理会到的，迄叫做啥物监管机构，哦，但是一定爱有就对啦吼，不管如何，啊若无你就爱竞价，这有问题，这个有问题，哦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可能是私募，那地方私募基金就没有了。私募基金你听好不好？那是恁输恁输底下几个股东要去做诶，但他那种私募就没有了。哦，所以私募有很高的风险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监管机构，那是个人的行为。啊，你吼上侪人甲个合伙的侵占安尼尔，啊，这种要甲管就歹管诶。你知影意思，这内面就得变，所以你的钱嘛是用浪的，所以我讲你第一个你要有监管机构啊，那一般的合法投资都会有监管的机构啊，哦，所以你来看好这个现象，所以你给他看好这个啊，他没有监管，有人甲管无啊，有法律甲管无，有哦，那安尼上无你就安落来吼。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还有托管银行，还是托管单位，还是保管银行，保管银行啦，保管银行，就是讲伊到这个。投资的时阵有一个专有的账户，哦，啊，伊是银行咧保管的，啊，伊讲这叫做信托，叫做托管，托管你听好无？信托跟托管，所以所有的合法投资都要做信托，都要做托管，啊，做托管，下面管理避免监守自盗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家己底下家己做假财务报表不会使，他一定要第三方的公证机构，就是保管机构，你保管这个资产。伊讲这个资产我是开公司的模式，哦，开一个基金的模式，开信托的模式，哦，还、啊、有一个银行你甲我监管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，这种广义上叫做信托，所以你记吼，你若看到一个合法投资案，你嘛爱除了讲法律你甲管以外，伊嘛爱阁收一条法律叫做啥物？托管银行甲保管银行，保管银行有迄个银行你甲监管，有没有什么就是托管机构在？就是帮我们做监察，哦，啊，这个保管银行就赶紧劝讲，哎，他真的有拿钱去做投资，也银行给你报告，你用个卡点个银行讲，哎，啊，这里到处这个投资案有多少现金，啊，他有没有去做投资，你怎样跟我意思吧？啊，投资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哎，保管银行都会跟你讲，你怎样意思吧？啊，这里上面就是也托管银行，所以你所有的投资案，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保管银行跟托管。我甲你讲，这就要紧的啊！啊，无伊伫遐做假笑啊！伊甲你讲，伊个从伊甲你讲话拢假啊！啊，你嘛无迄个监理的机构甲你讲，你即马到底趁钱啊了钱？啊，都没有报告也不行。哦，所以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保管机构，还是托管单位，还是保管银行。哦，这是一个上基本的原理啦。哦，第二个就是要有托管银行，还是托管的单位。第三个，伊爱透明的经营阶层，啊，上好这个人爱有牌照。刚才讲伊那是一个证，伊那是一个基金经理人，那他是不是有证券分析师的牌照？啊，是讲信托管理的执照，啊，是讲相关的牌照，伊的牌照。然后他这个牌照有没有注册？有去注册，因为他一旦有注册的时候，他就受到监管，伊就会受到这个法律这个。监管机构给他监管，啊，伊都唔敢乌白做，因为你用去阿狗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所以这个非常的清楚，伊的这个有没有透明的经营阶层，就是你就想无啥讲，这个投资案啥物人在经营，伊也足清楚的，这个当属为啥物人，啊吼、哦，这个管理人啥物人，哦，伊吼想无有透明的经营阶层。啊，上好是要有牌照的，哦，因为一般的比较大型的投资人内面，伊一定都有牌照。你包括公司有牌照，
啊，你经营的人他也会有牌照，哦，然后你就合法的，你就知道说啊，这代人是专业的，全部伊袂甲你乌白做，哦，伊用这个法律甲你做背书，公家是合法经营，哦，所以第三个状况，它会有个透明的经营阶层，雄厚有牌照，你在香港要做什么，现在都要有牌照，你要帮人家管理公司的业务，那个也要有牌照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咱第三个讲的透明的经营阶层。啊，最好要有牌照哦，安尼你才找到啦，你才找到公司，经营公司它有注册有。第四个，它要有财务报表，伊爱定时甲你公告讲，我今年是赚钱还是了钱，还是这个月是赚钱还是了钱，你搁偌济资产伫内底，哦，伊要有这个 A 给你 A 报表，最少要给你年报，哦，因为年报一定爱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若收法律一定爱做年报。一定要给你公告一些财务的状况，这是全球的会计原则，他一定要公布年报，至少要年报。啊，有的吼，伊甲过来拢给你公布月报，哦，啊，那个也可以，但是至少要公布到年报，因为这是财务会计里面的规定，啊，代表伊的收法都伊有咧经营，哦，你知影哦，所以叫做财务报表。第五个还有啥物？签证律师最好啦，吼。在状况下，哪较大都要有签证的律师，因为吼签证律师会帮你看这一些东西，看讲有无无，伊若拢有，人家律师才敢签证。签讲这个吼，这个是我做阿比口的，嘿，这也是拢有叫法律来，迄个啥物，迄个签证的律师，也是讲他有那个律师来做阿比口，哦，底个做讲这间公司是有合法的经营。哦，那安尼伊就是合法的投资案，安尼这种的你吼到用参考过买，这是标准的啦。我跟你讲好的啦，啊，剩的我跟你讲，你讲宏远这大拢无，我跟你讲宏远这些都没有。哦，你甲看宏远有没有？你看宏远有没有监管机构？没有。有没有托管银行或保管银行？无。有没有透明的经营管理机构？下面人经理嘛唔知，你都干哪几年？你拢无咧插上面人咧管咧，啊，到底伊咧做啥？你拢唔知。第四个有没有财务报表？现在拢无。第五个有没有签证律师嘛？拢无。拢遐家己人招招，家己去付的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所以这叫做合法投资啦。啊，这你若讲要做比例，看宏远，宏远这一定拢无的啦。所以伊是非法吸金啦。啊，这是啥物？合法投资啊，但是合法投资他会吸金啊，伊嘛家己的钱摕去啊，但是这合法的啊，这块伊拢有叫法地来啊。所以你知道这是合法投资啊，啊合法投资就长成这个样子。你若不信，你提人问，你来专门做投资，你拢看这物件啊，你也看到这物件，这才正常呢。啊，伊若安尼讲，我讲啊，这是你合法做投资的，哦，这是合法。哦，啊你合法投资嘛，知影非法吸金你嘛知影。啊，我来讲吼，这代名都最要紧，若欠，就是若有欠其中一项，你就知影讲这敢若有问题。还是欠两项，哇，你就知影大问题啊！那欠到三项的时候，你就爱有警觉，这可能是假的。哦，你知影，因为你知影什么是合法的，什么是正常的投资，啊，你就知影什么是非法的。啊，非法拢爱啥？要爱你的手头现金。哦，你要记得一点，伊就是要爱你的现金尔。哦，啊，伊甲你伪三伪四讲的拢假的啦，最后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啦。那个我都看太多了，我看实在伤济呀。所以人吼拢不值得人家信任，哦，好啊，今日吼进入上下尾，佫甲你讲一寡即个册内底讲的吼，我书里面的吼，就是这本我写，因为我即马等你改，哦，我差不多两个礼拜到差不多八月中，我准备接大概出版，总共十二本，哦，啊，十二本里面我就先介绍今天这个经济利益内面讲的即个庞氏骗局，甲你讲即个庞氏骗局是安怎来，甲你讲一段故事。哦，啊，今天就做一个结尾，啊，让你去了解这些名，啊，你改天不要再受骗上当，因为你以后开始去领到钱，我跟你讲，有的人会逼你还没去领到更加惨，因为你后尾搁去人借钱，后尾搁去投资，你死啊，你去用非法吸金，你后尾你也逼你没去领到这条钱更加惨。啊，我来讲啊，即便我今天讲完，还是会有漏网之鱼去做，嘿，因为一句话讲到最后的吼。这个树多必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，都甲讲一百遍啦，伊嘛是去做，嘿，都、就是有这种的啦，天气讲的，
伊就硬死要去滚，真的就是有这一些的哦。所以你手头若有现金的人，你家己你开钱拢爱注意，做啥物投资你家己拢爱注意。你手头现金唔通凊彩出去，听人讲，啊你要行，什么人都不值得你信任，哦，你要家己去判别事实，哦，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你家己照我安尼来判断，你安尼大概你就看会出来，因为我非法就甲你讲，我合法就嘛甲你讲，啊你家己爱去判断讲这物件到底真假，哦。啊，这第一对呢，迄、那个庞氏骗局，我今日讲这内面的第二十三章，这个金融利益的毒品庞氏骗局，哦，啊，这个故事给你做一下介绍，第55页，好，啊，这个庞氏骗，这个庞氏骗局就是第一个上名的啦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讲的。收你的本金，啊，用你的本金付你利息，这第一个人什么人做的？上有名什么人做的？啊，就是这个人叫做查尔斯庞奇 ，Charles Punch， 哦，伊在1903年移民到美国，啊，伊做过足侪足艰苦的工作，啊，他曾经在加拿大因伪造文书入狱。在美国亚特兰大因贩卖人口而服刑，庞氏发现最快赚钱的方法就是新型的金融工具，所以他就去开一间假的公司，你知道吗？他给你收钱，他说要去做什么投资，他有一个那个算说一个证明给你，他就像有一个算说证书给你，说你这投多少钱啊去做投资，啊结果那个投资都假，结果伊钱拢收伊，啊！这第一个做啥物人叫做查尔斯庞奇，迄伫美国做，哦，啊，所以迄叫做庞氏骗局。伊是开啥？伊开叫做开一间证券交易公司啦。伊吼主要啥物买迄个西班牙的即个啥物？伊讲从西班牙买法国甲德国的啥物？国际回邮犹太券，哦啊，加上一定的利润转手以美元卖给美国邮局，啊，赚取这个什么战后货币严重贬值的法德两国货币的价差，啊，这拢假啦。这事实上一节什么根本赚不到货币，纯粹是一个什么货币虚假的交易，就是假，根本就是假，根本都没有这个交易啦。哦，哎、啊，过来伊讲骗讲伊哦，一年一个半月内底，用获利50%，哦，啊，结果去投资的人，伊真正有摕到50%的红利，哦，过来都规个拢红起来，结果这个红利拢伫咧倒位来，你知哦？嘿，伊的本金，嘿，敢若伊吼，这个意思敢若是啊，敢若把你的手剁掉，结果伊互你一块吧，你知道意思无？你把你的手剁掉啦，哦，你剁一支手给对方，啊，对方就摕一块肉给你，啊，你敢知块肉谁的？是你的手，你知道意思无？规个拢你的身躯啊，你的身躯就剁一支手给伊啊，结果伊给你一截肉啊，啊，你就摕到迄个肉，你就很欢喜啊，结果你的手无去，就是安尼啊，啊，叫做庞氏骗局啊，迄都规个本金拢，规个本金拢你的钱啊，迄叫做庞氏骗局啊。所以你要记得要爱你的本金啊，嘿啦，迄就是最重要。所以你本金要顾好，你的现金要顾好，伊就是要爱你的钱安尼尔。所以庞氏骗局就是你要记得把你的钱顾啊，啊，这就是第一伊做的，拢假的，甲你讲的，然后荷兰甲中国人共款，甲你骗了有诶，讲伊啥物哇，保卫台湾古林头战役，迄种骗的啦。啊，主要伊就用这条讲哇，这啥物？哦，这什么农民啦？哦，伊一个月领15000块，我甲你讲，这拢是归咧做类庞氏骗局，拢假。但是伊重点用领到钱，这真呢？你知影意思无？这拢拢个叫做庞氏骗局。所以就介就遐囝孙仔拢做好笑，拢去做诈骗。你看咱台湾的诈骗案，这拢甲伊有关的，伊拢用这安尼甲伊骗。你知道啊？这拢叫做什么庞氏骗局，甲类庞氏骗局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第一，伊第一做。哦啊、所以人吼后尾一个专有名词，
讲这叫做庞氏骗局。啊，伊拢甲你讲哇，这什么投资案，什么投资案，哇，获利多少多少多少，哦，佫甲你挂一个保证获利，啊，我有领着。哎，你知影伊就伊就是安尼甲你讲，啊，你就信任伊，你就去投，啊，你就规个叫拖落去。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这拢叫做庞氏骗局啊。啊，这有一个叫做金额姐，叫做抢劫彼得支付保罗。啊，就咱讲的挖东墙补西墙，挖你的本金支付给你利息，这就是这个概念嘛，你。挖你的本金付你的利息，啊，就是安尼。迄规个拢你的钱，啊，你就摕到迄钱，你就欢喜，你想讲哇，真好赚。结果你就一直凹，一直凹，一直投资。就你想讲这投资一直凹，结果人本金拢甲你浪，哇，没有了。迄红眼就是安尼啊。红眼案，红眼案就是最标准的庞氏骗局啊。哦，哦，啊，过来这案例拢讲的啦，拢有啦吼。啊，这个庞氏骗局，这我嘛举几个案例，就是这叫做现金余额的什么设局诈欺啦吼。你常用看见吼，以所有的这种类似庞氏骗局，它一定会有个状况，伊一开始会有什么，给你高额的利息。哦，啊，你记得这高额利息拢你家己的本金，拢你家己拿的，你就家己的手剁掉，伊就给你一块吧。啊，你讲我有看到吧？哇，足好诶！结果你的手无的就是安尼啊，迄个啥物？哎，迄个伊就你就吼贪人的利息，人爱你的本金，你就贪，你就贪要底吧？结果你的手无去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哦，这就是庞氏骗局，哦，原理。啊，你叫摕到迄块吧，你去招啊！啊，伊会甲你讲吼，你来去招一个吼，你会使抽伊投资的20%，还是30%做你的奖金。比如讲，你吼即摆甲你落了了以后，你真正赚，你吼即摆甲落100万，你即摆真正赚20万。结果伊就甲你讲，你若去招一个吼，他的投资案的比如讲30%，他可以做你的奖金，做你这个奖金，啊，甲你落咧啥物事啊？落咧你户头内底。你怎样？你迄个就会增值。比如讲你吼，你吼即摆真正搁去招一个，啊，伊即间投两，甲你投200万，结果你就赚你的户头，你的户头收益就加60万，因为你吼会用伊总投资案的30%做你的奖金，你的户头就加60万，你就感觉哇，赚到啊啦，有够好赚的！我即摆赚20万，我户头我加60万，哇，安尼我就160万啊呢，我交我这20万，哇，跳死啊啦！你就拼命啊去招啊，一个招过一个安尼啊，那就是鸟鼠会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所以迄一定有叫你去招的啦，你知影哦？啊，有 bonus 啦，有迄个红利啦。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这就是拢甲多层次行销安尼讲的。哦，啊了，你就愈滚到后尾了以后吼，伊若讲看讲这收的，甲伊支出的利息一定袂下去，伊就倒啊，伊就会讲歹势，也毋着无，你找无啦。嘿，过来就规个拢数字，结果你买现金拢无，结果你会看到讲，我户头500万呢，我户到我500万变安怎？你我着变现金吗？调的啊！屌的啊！你要怎变现金？你要卖予谁？什么人要甲你买？什么人？什么人要做一个人讲的？要什么人要甲你？什么人要甲你接手？你就变说有啊！我500万拢伫个电脑头顶的数字啊！嘿啊！啊你我变现金嘛无法度啊！有啊！我500万啊！你足好个啊！数字尔，嘿啊！迄就庞氏骗局啊！啊你变现金，你要卖予谁？有啊！我500万伫网络啊！迄你讲的啊，迄就讲甲我伫拍电动伫咧网络共款，我人我几啊百条咧啦，你知影？迄就虚拟的啦。你要怎换现金？你无在人换，你要换啥？对啊，你拢数字啊，结果你无在变现金嘛？你要卖啥？套牢啊！你要去告，你嘛不在要告。伊讲伊唔让我你啊，嘿，伊的投资人伫咧遮有啊，你家帮我拍开有啊，你的钱拢伫遮。啊！你卖金讲，即摆无人甲你买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好啊，啊！你要安怎调的？
调的，嘿啊，你不知道变现金，有啊，拢数据，嘿啊，变纸，啊，这个庞氏骗局啊，哦，啊调以后就经过我讲吼，这个还有一种骗局，所以我讲这个庞氏骗局足多足多啦，嚯，一个月骗钱阁继续算嘞，你吼经过两年是毋是拢无在后边，你这即摆有500万对无？你著想空想空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就打个三折，你知影哦？打个三折，佫袂人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就开始佫去骗啦，讲哇，他有一个什么币，哦，这个什么币，哦，然后现在非常便宜哦，你吼、哦，人讲有啥物拆分盘，拆分盘就是这个物啊，拆分盘就是较早这个拢你拢无在变现啦，对无？啊，也有个户头，一个基金在那边，伊讲有一个受益伫遐。啊吼，即摆咱来拆分盘，咱吼即摆若阁投，咱投资一个100万，咱吼就用启动上面的300万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伊就要打三折卖啊，伊嘛要脱手，伊知影这两年干你啊，迄钱拢冰未，钱拢阁冰个啊。伊讲有迄数据对，但是你都无在变现金，结果伊就去骗另外一批人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即类人咧讲的拆分盘，就是类似像这种东西，嘿，伊就甲即个四个投资案阁摕去骗人。欸，搁甲启动起来，就讲，欸，这个基金开始又有交易，个人去买啊，搁一寡戆人入来。欸，啊你吼摕100万的，讲买300万的物啊，安尼。哦，啊你即马入去，你嘛，哦，看到迄数据跳起哩啊，哦，我100万的资产嘞，嚯，忽然间那哩，对无，变作300万，你知影意思无？结果你100万用浪去，安尼嘛好啊，你知影无？安尼叫做套，人这款人，这款人家又要套现。所以这种物件都变作一个阁骗过一个，这个也有，嚯，伊个变形很多很多，所以我嘛不用甲你讲伊哦，过来变哪变，你要记得你手头现金要够啊，这物件卖去买啦。你若无去买，这物件衰，这物件根本没有办法变现啊。你若买嘞，好，你即马调来得300万，对无？啊，你即马变哪甲变作现金300万，你著真正在变现金。伊讲即马入去爱闭锁期两年，你著叫锁两年。你锁两年了以后，迄几拢变去啊啦，规个嘛是拢数据伫个遐，你著甲伊迄个第一个买共，你著拢500万拢调迄数据调的，你无无在啦变现金。所以这个闭锁期也很重要啊，迄种假的，甲你资金套的啊，啊人现金人的拢走去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所以这一个阁骗过一个呢。哦，这敢那吼，所以我不要讲庞氏骗局，谁做啥物款的？庞氏骗局它没有固定格式，但是你记的，你手头现金无去啊。啊，拢一堆无效的数据，一堆无效的物件，互你遐，就是我拄仔讲的遮安尼。哦，伊互你一个垃圾商品，啊，这个商品第一个是没有价值，变现性差，虚拟代币。啊，你即马去过，迄、那个检察官拢过袂行，伊讲物件拢伫咧网络啊，有啊，我互你物件啊，啊，所以我互你现金啊，所以你现金卖互我，就是安尼啊，你欢喜甘愿你过袂行嘞？为啥物？因为人物件有给你啊，啊你钱也给人啊，人安尼看讲这没有诈欺啊，啊你可你欢喜共款钱要甲我收两年啊，嘿啊，啊你100万要甲人换300万的啊，你欢喜甘愿的啊，你知道啊这变现性就歹的啊，哎伊无价值啊，你像你去买比特币，也是讲他没有交易就出事，你着规个拢冰，规个拢掉的，你来房地产嘛共的，你莫看价值少好啦，人工忽然间人。无你交易个情况，你房地产的，你就甲这种讲，所以这种庞氏骗局，这种遐死中国话去做假，遐蒋介石遐惊孙啊，垃圾惊孙啊，规工拢伫武家个啦。所以我来讲，咱即马台面上即金融商品，你要非常个注意，尤其房地产即个名是讲是，迄拢是庞氏骗局，你拢爱小可注意，你唔当看人，大家人拢做个拢对，足济人咧做个，无一定是对个。哦，所以你要对这个庞氏骗局非常了解，我切拢写好，迄、那个原理拢写咧内底。嘿，就是我讲的这本经济理论，哦，这本以后用救咱台湾人救，我讲救袂少咧。这本就是咱台湾人经济上咱欠的，咱拢捡只诈骗集团甲你骗。哦，啊要反，我反正甲你说明，甲你教育讲吼，啥物是好个安尼啦。哦，啊这规个拢甲你写好啊，啊甲你介绍。12本拢好啊，我可能吼、哦、大概8月中啦，吼、哦、8月中我就开始要用，8月底啊，哦我到8月20号左右我规个拢好啊，哦啊我只甲各位吼，
即个找出来。我讲啊，即款你吼，家己去用一本才百外块呢，你家己去网络中你吼网络上你下载，啊你家己去用，哦你用看咧，你了解了以后，你人工你的机会你就报起來，你就讲是，你就袂叫这诈骗集团，这即搭奸溜啊，把你的钱拢骗遍去。啊我甲你教完，你头到尾拢甲你教一套，啊人要甲你骗到困难度就足悬。嘿，啊，所以你嘛是爱读册啦，你嘛是爱读，啊，我甲你整理好啊。即种册无人会甲咱教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即种名会无人甲咱教，即拢是经验内底得出来。你敢知我看偌济摆了以后，我才写，我后尾才甲只规名写出来。啥物是经济内底足要紧的？啥物是财务陷阱？你里面都有跟你介绍。即个是咱台湾人普遍上欠的，即个叫一年另外，咱的。诈骗层出不穷啊！台湾即马逐工遐诈，我讲咱即马检察官因审理最多诶，即马除了食毒诶了以外，就是即个吸金甲诈骗。台湾即马食毒足严重诶，即马差不多拢甲毒品有关诶，所有犯罪哦，因你讲诶，差不多一半案件拢甲毒品有关诶。除了这以外，上非常多诶就是即个啥物，侵占甲诈欺。清讲个诈欺，哦，这案件嘛足多啊，差不多逐工咱个法律拢全部咧审查这侵占、诈欺，哦，就是这吸金这物啊，非常的多，所以你要去了解这物啊，安尼你人工就袂叫这你话甲你骗。我讲咱即摆内面足侪人调咧这吼，我嘛卖讲相啦吼，你若家己做，你家己检讨啦，你唔通去做这啦，啊卖伫个内面只话啦。哦，这拢对咱没有什么帮忙的。哦，我嘛甲你讲，我今日甲你讲，我唔是鼓励你做啊，我是甲你禁啊，禁讲你唔通去做这个。你好好去做，你人讲做会生毛的代志，莫去增加人讲这金钱游戏啊。这对咱有啥物帮忙？对你一世人有啥物帮忙？啊，这做到后尾是一场空。啊，你会家己拖累，佮家己边个亲戚朋友拢做伊拖累。我袂爱骗你，上尾你就叫我烂。啊，你吼会比以前还要惨，啊，咱未来会领到钱啊，会一定有赔偿金，多多少少。你若领到一笔的时，我惊恐可能有一挂人会比较早搁较惨，啊，所以你家己爱注意，今日甲你教遮个，就是希望你莫用骗。啊，你爱读册，你才爱读啦，你才原理拢了解，你就袂用骗。敢若讲你即摆咱台湾的法律，你读到清楚，即摆中华民国甲要甲你骗，敢有知有骗？你说中华民国即摆甲我骗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，伊头甲尾伊底我拢无法做清楚个啊，哦，所以你就是袂使做一个无知个啦。你若无知，你就去用利用你个无知，啊，佮你利用你人对人个信任，你就规个去用拖个。所以你爱吼认捌，人讲认捌真理啊，你想吼，你认捌只属实真理，哦，啊，对你才有帮嘛，啊，你才袂去用骗。哦，咱只台湾只九块九遐诈骗集团，你看遐囝孙啊，男盗女娼。规工甲你台湾母食诶，你看，你即摆台湾面，你看偌济人调咧食。我讲只庞氏骗局，我讲诶拢真诶，我嘛无白讲。咱有曾经有十分之一诶啦，接触到这个，啊金额吼、哦，差不多我算差不多超过一亿。你看看受害人数嘛足惊死啊，所以我规日甲恁教好啊，我规日讲我感觉一定爱写这本册，我感觉有一挂人一定以后会死甲足歹看，所以我规日讲好啊，哦，撇免以后有一挂。比较，啊，我歹话拢先讲咧头前，免无你放马后炮，讲我乱啦，我无迄种，我拢甲你讲咧头前，一定有人接诶。即便我今天宣导完跟你讲，未来还是会有，哦，还是会有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我今日要讲诶，即个啥物，即、這个庞氏骗局，稍微甲你介绍，这是这本册内面其中诶一部分尔，哦，这本《经济理论》内底吼，哦，这本我写诶论文内底其中一部分而已，哦，我今日甲你。介绍过你吼，对这骗局你都了解。你上无人工吼，你吼对这都基本的认知。伊吼到底要骗你啥？你行啊！你手头现金，哦，你手头现金，家己顾定案，哦。啊，你吼，你唔通后尾输寡点，你的生活费拢无去。哦，你要记我讲的这点，做啥物代志爱保，你爱保守，你爱注意，哦。安尼今日到这吼，谢谢各位。